第二百二十八集，裴念不喜欢他问这样的问题，他甩开他的手。我们之间很好。陆少婷嗤笑了一声，还是这么喜欢自欺欺人啊！裴念偏过头去看他，陆少廷，你是用什么身份在和我说这件事情？朋友的身份，好像我们并不是朋友，还是前夫的身份？ 前夫好像也没有资格问这种事，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他反应剧烈，陆少婷倒是显得很平静，一直看着他。他怒声的说完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刚刚反应过头了，但是在刚刚的那一刻，他就是没能控制得住自己。他好像在寻找一个宣泄口一样。陆少婷双手插进口袋里，他深邃的眸子。 似乎能将他的内心看穿。裴念，知道吗？你越是激动，就表明事情越是不像你表面上说的那样。裴念瞪了他一眼，什么话都说不上来。我上去看佳佳。他转身往楼上走去的时候，陆少廷的声音凉薄地响起来：“我放弃你，并不是想看你过得并不好。” 裴念的心一滞，脚步也停了下来，但是他没有回头，没有转身，更没有说话，还是直接走上了楼，去了佳佳的房间。佳佳的房间还是和从前一样，什么变化都没有，可见李嫂很勤快的回来打扫，也从来都没有动过这里的东西。裴念上楼打开房间的时候，佳佳已经揉着眼睛坐了起来了，她的声音。 带着睡意，妈妈，你又和爸爸吵架了吗？想必是刚刚他一时激动，所以说话大声了，将佳佳给吵醒了。他赶紧过去，坐在床上。没有，我们没有吵架，只是在说话。吵到你了吗？佳佳摇了摇头，靠在裴念的肩膀上，妈妈。 你们别吵架。裴念用手揉了一下她的长发，我们不吵，佳佳放心，妈妈来接你回家。好。佳佳还是满是睡意，打着哈欠去穿裴念递过来的外套，穿上鞋子，被裴念牵着手下楼去。陆少婷本来在吸烟的，看见这母女俩牵着手走下来。 他将烟头按在烟灰缸上碾灭了，裴念才发现，他连衣服都已经换了，换上了外出的衣服，穿上了外套，似乎就在等他们下来。我送你们回去。他抓过茶几上的车钥匙，淡声道：“我开了车过来，时间不早了，这边的道路比较偏僻，车子先停在我这里，明天我让人送过去给你。今晚。” 我送你们回去。陆少廷的语气不容拒绝。佳佳此刻也拉着裴念道：“妈妈，让爸爸送我们回去。”他一边说，还一边晃动了两下裴念的手，抬头望向他的眼神也充满了渴求。裴念点了点头：“走吧。”他心里很清楚，和这父女俩做这种无所谓的坚持也没有必要。 毕竟现在天气也确实是比较晚了，而且陆少廷这别墅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一到晚上其实是真的很少人经过。裴念将佳佳身上的大衣扣子给扣好了，然后拉着她的手出门。陆少廷已经将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停在门口等他们。一路上，佳佳都靠在裴念的怀里。 因为是被吵醒的，所以他现在没什么精神，昏昏欲睡的。裴念揽着他的肩膀：“佳佳，睡吧，到家妈妈会叫你的。”好。佳佳揉了揉眼睛，终于是抵挡不住困意的袭来，又重新睡了过去。而车厢内因为佳佳的睡着，气氛变得十分沉闷起来。到了裴念的住处。 陆少廷帮忙将佳佳抱了上去，之后就离开了，也没有和裴念多说话。客厅的窗户是能看到楼下的，裴念站在那里，看着陆少廷从他们的公寓离开，往路边停靠的车子走去。他想到了今天在向以琛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头又开始隐隐作痛起来。他用手按了按，甩了一下脑袋，让自己不要再去多想。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也发生了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就像是方雅琴所说的那样，再给他和向以琛一个机会。虽然他很害怕，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到了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是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还是将他们往更深一步的深渊推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 起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也好像那天晚上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裴念和向以琛之间都很有默契的，谁都没有再提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向以琛还是和以前一样，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过来陪念这里吃饭。他们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融洽到不行，连佳佳都会询问陪念，他是不是要搬回去向以琛那里了。对于佳佳的这个问题，陪念实在是回答不上来。陆少廷这段时间都在北城，也经常过来找佳佳，他没有回去美国，陪念并不觉得奇怪。 毕竟陆氏的总公司还是在北城的，他前段时间去美国只是去工作，也有可能就留在北城了，不回去了。最近陆少廷的绯闻也挺多的，裴念也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所谓的绯闻其实就是北城的媒体和报纸都在说陆少廷和何明鑫复合了，因为他们多次被拍到同框的画面，一起吃饭。 出入共同的场合，看起来动作亲密，而且有说有笑，再加上他们在之前就是夫妻，旧情复燃，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最近有复合的传闻出来，所以很多人便猜测，之前他们之所以会分开，是因为裴念的介入。不然，本来是北城人人艳羡的一对金童玉女，怎么会突然说离婚就离婚？ 这其中能没有裴念的搅和吗？因此，舆论的火焰又燃烧到裴念的身上，他又被牵扯到陆少廷和何明心的事情当中去。连杨来都问过裴念，陆少廷是否真的和何明心在一块儿了？裴念还真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只是最近关于他们两个的传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事情总牵扯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想躲避都不行，这件事总是时不时的就传入他的耳中。在没有见过陆少廷和何明鑫在一起的时候，裴念还觉得是有些媒体在故意捕风捉影，毕竟这是媒体一行所经常做的事情，用“疑似”两个字定义，其他的一切就让民众读者自己去猜测好了。 元旦的这天晚上，向以琛过来接他和佳佳一起外出吃饭。他们刚坐下来，向以琛就拿过餐牌，递到他和佳佳的面前，让他们点菜。对于吃什么，裴念是没有什么要求的，所以便将餐牌递给了佳佳。佳佳在很认真的研究着餐牌上的字。佳佳马上要上小学，所以很多字基本上也认识了。 裴念也想锻炼一下他的认字能力，所以便没有凑过去，让他自己一个人看。向以琛在打电话，他就抬起头往门口那边看过去。他们坐的这个地方能很好的看到门口处，看到那里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因为是节假日，所以人特别的多。向以琛还是早在之前就预定好了位置的。 侍应生再一次将门给打开，从外面走进来两个穿着时尚得体的男女。男人身材高大英挺，女人皮肤白皙，身材高挑，正挽着男人的手，笑意盈盈的走进来。裴念一眼就将他们认了出来，那是陆少廷和何明心。何明心脸上的笑容真的像是正在盛开的玫瑰花一样的艳丽。 裴念和他算是从小就认识的，知道他此刻的笑容并不是惺惺作态，他是发自内心的在笑，在高兴，在开心。这么多年了，也只有陆少廷能让他这样子笑，而慕容战东，或者是别的其他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得到他这样的笑容。他这样的笑容，裴念在多年前也曾经从他的脸上看到过。 那时候她是陆少廷的女朋友，无论去哪儿，陆少廷都带着她。而裴念从前一直觉得他这样的笑容很刺眼。那时候他总想上前去做些什么，将他脸上挂着的笑容给撕裂了。但是他做不了什么。时隔这么多年，他再一次从他的脸上看到那样的笑容，他的心中没有当初那种觉得碍眼。 刺眼的感觉，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一些恍然。陆少廷和何明星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他们很快就被侍应生带着去了包间。向以琛结束电话，看到裴念正望着某一处，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想的似乎整个人都走神了。向以琛用手在他的面前摆动了几下，他依旧没有回过神来。 他便顺着他的眸光望过去，只来得及看到两个背影。他联想了一下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事情，也算是知道那两个背影的主人是谁了。裴念。他叫了他的名字。他回过神来，对上他的眸光的时候，有一丝慌乱，但是很快又故作镇定。他甚至笑了笑：“怎么了？” 刚刚在想什么？想的这么的入迷？没什么，就是在胡思乱想的。看到什么才会胡思乱想？向以琛道。裴念抿了抿唇，他不确定向以琛是不是也看到了陆少廷和何明心，但是也不想和他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每次谈到陆少廷这三个字的时候，向以琛似乎就会失控一样。 佳佳这个时候刚好将菜单放在他的面前，妈妈点这几个好不好？裴念低下头看过去，往菜单上看了一下，点头，好。他将菜单又递给了向宇琛，你还要点什么？向宇琛似乎也不想破坏难得的气氛，所以也没有继续刚刚的话题，而是将菜单递给了侍应生。 就这几个吧，不用了。等待菜送上来的时候，夏以琛的电话又来了。这次他出去接，而佳佳则拉着裴念的手，嘟着小嘴道：“妈妈，不知道爸爸是不是还在忙？我昨晚打电话给他，说想今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他说没空。今天不是元旦吗？为什么爸爸还在忙？” 他不用放假的吗？也不知道他现在吃饭了没。裴念转过头去揉了揉女儿的头发。他吃了。佳佳疑惑道：“妈妈，你怎么知道的？刚刚你给爸爸打电话了？”裴念笑了笑，没有说话。菜端上来的时候，向以琛已经回来了。三人安安静静的吃完了饭。 因为时间还早，向以琛的意思是，一会儿去看元旦这天新上映的电影，动画片来的，佳佳肯定喜欢。向以琛说这话的时候，裴念从佳佳的眼中看到一闪而过的欢喜，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向以琛为了能够尽快的让佳佳接受自己，真的下了不少的心思，连最近都上映什么电影，他都去查了。 也做了准备工作，哪些好看，还给佳佳大概的讲了一下电影的内容，让她自己选择去看哪一部。佳佳虽然有些迟疑，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一部，也慢慢的和向以琛说了起来。虽然话不多，但是总算是肯回应向以琛了，也肯和他说话了。而向以琛也很激动，他看了看腕表。 我让人买电影票。嗯，好。佳佳点头。裴念看了这两人一眼，摇了摇头，站了起来。我先去个洗手间。佳佳吩咐他：“妈妈，那你快点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看电影。”好。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二十九集，对于他的心急，裴念有些无奈。时间明明还很充足，但虽然是这么想的，他去洗手间的脚步却在加快。他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遇到了正要去洗手间的何明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的巧，裴念觉得自己最不想见的人就见到了，还迎面撞到了。他想装作没看见都不行。 裴念自然不想和何明星有什么样的交集，因为每一次的交集，两人都不欢而散。所以当何明星走过来的时候，裴念抬头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并不打算和他说话，越过他就离开。但何明星怎么可能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他呢？他的声音很快就从后面传来：“裴念，怎么这么着急着要离开？他见到我？” 裴念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回过头去，甚至没有听他说完话，就继续往前走。何明鑫很快就加快了脚步走上来，挡在了他的面前。他双手抱胸，眉眼之间尽是挑衅的光芒。裴念有些不耐烦：“让开！”何明鑫非但没有让开，反而道：“我有话和你说，我们聊聊。”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聊的？裴念像是听到了笑话一样笑开了。如果说曾经他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敌对的两个人了。他们见面没有打起来就算是很好的了，还能有什么好聊的？聊聊陆少廷怎么样？我没有兴趣。裴念冷声道。 何明鑫像是没有听到他所说的话，伸手就拉住了他的手，往前面走去。他的力气很大，裴念竟然只能任由他这么拉着，直到走到了阳台处，他才甩开他的手，怒瞪了他一眼。何明鑫，我说了，我没有兴趣和你聊陆少廷的事情。裴念丢下了一句话，开了门想离开。 但是何明鑫的声音再一次从背后传来：“我和他又在一起了。”裴念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他这句话而停下了脚步，他的双手就放在门把上，僵在那里，没有继续动作。何明鑫和陆少廷再在一起，他不是亲眼就看到了吗？而且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去在乎这些？ 那还真是恭喜你了。裴念深深的呼吸了一下，然后道：“何明心却盯着他的眼睛看了许久，似乎要将他的内心深处所想的东西全部都给看穿了。过了一会儿，才继续道：‘我很爱陆少廷，他比我的命还重要。我能和他在一起，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所以，裴念。” 我知道他心里多少还有你的存在，我警告你，你别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打搅我们，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明白了吗？原来这就是何明星要和他所说的话，他今天会找上他，就是为了要警告他，让他离陆少廷远一些。裴念转身，挑眉笑了笑，这个问题。 还真难说。你不是一直都说我是个破坏你和陆少廷感情的第三者吗？没准儿我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能让陆少廷离开你一次，也说不定会有第二次。这全看我的心情。所以何明星，没什么事的话，你还是看着点陆少廷比较好。他就是有心气何明星的。 因为他不想每次在他的面前都要处于下风。何明欣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最紧张的就是陆少廷。只要事情和陆少廷牵扯上关系，他整个人就好像会处于癫狂的状态。裴念就想刺激他一下，他要不找上自己也就算了，偏偏他还喜欢老是找上他，自以为是的出声警告他。 何明鑫先是被他的话刺激的脸色都变得铁青了。说实话，裴念看到这一幕，还真的是觉得挺解气的。随即，他就冷声道：“你现在所说的话，还真是应该让向以琛也听听。我也想知道向以琛现在是什么心情。”何明鑫明明前一刻还铁青着脸，脸色十分不好的。的这一刻。 却笑得十分的得意。裴念皱了皱眉，发现他一直看着他身后。他猛地转过头，看到向以琛拉着佳佳就站在他的身后。他此刻的呼吸都窒息了。他知道，刚刚他所说的话，向以琛一字不漏的全都听了进去。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喜却有声出品。 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他的神色有些恍惚，看不出他现在在想着些什么，他是什么心情，他完全看不透。他走了过去，张了张嘴，想要告诉他，他刚刚所说的话，不过只是气话，是故意让何明心生气的而已。 阿琛，我……他的话还没说完，向以琛就将手中牵着的佳佳的手交给他。你去了很久，佳佳担心你出事，所以我带着她过来找你。没事吧？他看着他，好久了，才摇了摇头。那走吧。向以琛说完，先转了身，一直往前走着。裴念牵着佳佳的手，正在原地。 妈妈，你在想什么？佳佳摇了摇她的手，裴念这才回过神来，看到向以琛已经远走了，何明心也从阳台外面走了进来，就站在他的旁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点着了一根烟，现在就拿在手上，独特的女士香烟。他吸了一口，随即往裴念的侧脸喷了一口烟雾。 他好像什么都听到了。何明鑫此刻的声音自然是得意洋洋的。他还想说什么，但是背后一道声音叫住了他。何明鑫，裴念看到陆少廷站在走廊的一边，佳佳大声道：“爸爸！”向以琛已经离开了他的视线。裴念拉着佳佳的手，赶紧走了出去。 看到向以琛已经将车从停车场开出来了，停在餐厅的门口。他开了车门，抱着佳佳上去。向以琛就将车开了出去，驶在公路上。一路上车厢内都很安静，就连佳佳都似乎感受到了怪异的气氛，也不说话。裴念想了一下，首先打破了沉默的气氛：“阿琛。” 我们去哪家电影院看电影？刚刚他记得向以琛说已经订好了票的。改天吧，我今天临时有事，先送你和佳佳回家。向以琛的声音从车子前面传了过来，带着凉薄。好。裴念此刻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所以只好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的。车子停下来。 向以琛甚至没有送他们上楼，就离开了。裴念拉着佳佳的手，看着渐渐远去的车子，神色有些恍惚。佳佳抬起头望向他：“妈妈，你和向叔叔吵架了？”裴念捏了捏他的鼻子，笑了笑：“没有。走吧，我们回去吧。改天再和你去看电影，可以吗？” 老实说，佳佳是有些失望的。原本以为今天晚上能和陆少廷一起过，但是他说没空。向以琛说带他去看电影，现在也没空。向以琛开着车在路上狂奔了许久，他给他那群朋友都打了电话，本来是想找个人出来喝喝酒的，但是没想到没有一个人有空的，就连温以安竟然也没有听电话。 他又不想一个人这么早回去，所以便开车去了之前他和温以安经常去的那间夜总会，想在那里看看能不能遇到那群朋友。毕竟，他们是每天晚上都要出来玩游戏、找乐子，或者是玩女人的。向以琛以前是这些地方的常客，这里的人自然也是认识他的。只是他许久都没有出现过。 现在也很少会到这些地方来了，所以他们看到他出现，未免惊讶，但是随即很快就将惊讶掩去，点头哈腰的上前。向少很久没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过来光顾？凑到他面前的是个女人，是这里的领班，具体长什么样，向以琛没什么印象。 他只闻到浓烈的香水味，他就皱紧了眉头。温以安他们在吗？原来向少今天晚上是过来找温少他们的，不过真不巧了，今天晚上他们不在。但是现在时间还早，你要不要在包厢里等会儿？我叫些人陪你，也许等一下他们就会过来了。向以琛现在出去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他过来这里本来就是要喝酒，所以便道：“给我开个房间，我在里面等他们。”女人立刻堆满了笑容，吩咐人去安排。房间还是给他们这些公子哥留惯的那个房间，这是这地方为数不多的几个顶级 VIP 房。向以琛以前没少来。这房间里面有几面很大的镜子，可以看得到外面的一切。 外面的各个角落，包括大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外面却看不到房间里的一切。其中一面镜子里面是有真人表演脱衣舞的，当然这只是他们这几个房间才能享受得到的待遇。向以琛只想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喝酒，所以将那领班叫进来的人都给打发出去了，解了领带，脱了外套。 便坐在沙发上喝酒，一个人喝酒未免有些无聊，所以他端着酒杯，透过那几面大镜子去看外面。一面镜子对上的是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大厅，男男女女在跳着贴面热舞；一面镜子也正在上演着好戏。向以琛捏了捏眉心，收回眸光，无意中又看到一面镜子的外面。 眼神顿住，那算是这里的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他看到了刚刚他进来对他说话的那个领班，现在像是换了一副模样似的，再也不是点头哈腰的模样，而变得凶神恶煞。他正在教训人，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女孩，低着头看不清楚脸，她似乎在哭，还在不断的摇着头。 领班扬起手，就朝女孩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指着其中的一个房间，恶狠狠地又说了一句话。女孩用手抚着脸，不断地摇头。即使是离得这么远，向以琛还是能看得出来，她是百般的不愿意，而且哭的眼睛都已经肿了。他还拉着领班的手，在不断地哀求着什么，但是领班完全不听，阴沉着脸在不断地数落着他。 领班最后甩了一句什么话之后就要离去，很快有人上前将女孩拽住，女孩拼命的挣扎，最后被摔倒在地上。也是这一刻，向以琛看清楚了女孩的脸，他有一瞬间的怔了。等他回过神来，再次看向窗外的时候，那女孩已经被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从地上拉了起来了。他立刻鬼使神差的打开门走了出去。 来到了外面，刚刚那领班见了他，立刻就换上了一副讨好的脸色。向少，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向以琛往那女孩看了一眼，她双手正被两个男人扼住，想挣扎也挣扎不开，此刻也正看向向以琛，那是一种求救的、可怜至极的眸光在看着他，这眸光太像一个人。 向以琛只觉得心被刺了一下，他便出声道：“怎么回事？”领班立刻就道：“就是在教训个新人，他不懂事，惹怒了里面的客人，是不是吵到向少您了？我立刻带他走。向少回去好好玩，我叫几个人去陪陪你，行吗？”领班说完，立刻挥了挥手：“还不快把他带走！” 不用了，向以琛冷声道：“就他吧。”领班愣了一下：“向少，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不用叫其他人了，就他进来陪我，听懂没？”向以琛扫了这领班一眼，向以琛的眸光太过寒冷和锐利，领班猝不及防的捏了一把冷汗，但是依旧笑脸相迎。 听懂了，听懂了，但是这是朱公子要的人，这个。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三十集，下手，救救我，救救我！ 女孩开始出声了，她将向以琛视为救命稻草一般，不断的出声道：“我不要进去里面，我不要，求求你，救救我！”林 <laughs> 班一脸的为难，向以琛冷笑了一下，往女孩那边走去，伸手拉住女孩的手，将她扯过去。两个大男人面面相觑，本来不想松手。 但是也知道向以琛这男人不好惹，所以又不敢怎么样。到了最后，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将女孩拉开向以琛拉着女孩离开，经过领班的身边的时候，道：“你就和朱公子实话实说，说是我将人带走的。他要是想要人的话，就叫他过来找我。”领班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连忙点头。 是是是，我知道了。向以琛将女孩拉回了自己的房间，指了指沙发，自己找个地方坐下。女孩点了点头，在向宇琛的对面坐下来。向宇琛靠在沙发上，端详着面前的女孩，眉眼之间真的有一些像，尤其是哭起来的时候。不同的是，面前这个女孩看起来还很稚嫩。 应该是二十出头的样子。老实说，要不是他眉眼之间的那点相似，他刚刚不会出去。在这种地方，每天发生这种事实在是太多了。他不是救世主，也没有兴趣充当英雄去救一个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何况，来到这里的女人，纵使有千万般的理由，但当初她走进来的那一刻，都是自愿的。既然是自愿的。 那他就早应该料到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他应该早就做好一切的准备。女孩因为哭，眼睛已经肿得像是核桃一般。看见向以琛看自己，她抿了抿唇，笑了一下：“相守，谢谢你。”向以琛没有出声，伸手去拿茶几上的酒。 忽然，女孩站了起来，伸过去一只手去握着酒瓶子。向以琛无声的看向她，他小声道：“向上，我来吧。”向以琛没有拒绝，收回了手，又靠在了沙发上，看着女孩开了酒盖，将酒倒在她的杯子上，然后拿起杯子：“向上，亲。 可能因为刚刚的挣扎和哭喊，所以现在他的声音还带着沙哑。向以琛拿过酒杯，喝了一口。女孩则坐在沙发上，频频的看着门口，有些坐立不安的感觉。你现在是安全的，他没有胆量过来和我要人。女孩愣了一下，回过头来，嗯谢谢你，向少。为什么不愿意去朱志华那里？ 向以琛出声道：“朱志华是一间不大不小外贸公司的小开，平时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玩女人。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身边的女人还是一个接一个。他是三天两头的上绯闻头条，一点也不在乎家里的老婆知道。他们在里面玩游戏。”女孩扣着手指，小声道：“他低着头的模样。” 更为的相似。向以琛盯着他看了许久，才回过神来。什么游戏？俄罗斯转盘。向以琛算是明白过来，原来朱志华还好这口。所谓的俄罗斯轮盘，其实就是一些富家公子发明的游戏。一群女人脱光了衣服，站成一个圈，弯着腰，头朝内，臀部朝外，而公子哥。 则站在外面，音乐响起，从女人的后面进去，下一段音乐又换一个人，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也就是群批。向以琛从前虽然私生活糜烂，但是他有个原则，从来不玩群批，他觉得脏，脏得很。虽然他也不觉得那些女人干净到哪里去，本来就脏。 但是起码他在上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的身体里不能有其他男人的液体在里面，而且他从来都要戴套。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了追求刺激，就喜欢玩这些游戏，也不喜欢戴套。像是温以安就不喜欢戴套，所以他对女人的要求很高。向以琛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看向面前的女孩。 所以你不愿意玩这些游戏，就一个晚上，你可以赚平常好几个晚上的钱，多好几倍。一般加入这游戏的公子哥都会给很多钱。女孩用力的摇头。叫什么名字？香香，韩香香。女孩低声道。向以琛点了点头，再也没有去理会她。 本来会出去救他，就是自己的一时冲动。在他坐在地上的那一刻，他刚好望过去，他以为见到了裴念而已。向以琛想起来了，之前的有一个晚上，他被温以安带到这里来喝酒，后来喝酒了，温以安还叫了个女人过去陪他。他眯着眼打量着面前的韩香香，我是不是见过你？韩香香点点头。 你见温少叫我陪过你，这就对了。向以琛又喝了几杯酒，发现韩香香已经坐在了他的旁边。先生，我陪你喝。向以琛皱了皱眉，本来想拒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话就没有说出来，眼睁睁的看着韩香香倒了酒在两人的酒杯里，还从他手中拿过酒杯。 在韩香香来这里之前，向以琛已经一个人喝了许多的酒，所以当温以安出现的时候，向以琛已经醉得差不多了。温以安一看到坐在里面的韩香香，愣了一下，恍然大悟，笑得十分的意味深长，将向以琛从沙发上扶起来的时候，对韩香香道：“香香 <laughs>，还不跟上？” 向以琛和韩香香就这么的被温以安塞上了计程车。韩香香也不知道应该送向以琛回去哪里，只好先送去酒店。和上次一模一样的情况，她想起来了，在离开夜总会的时候，温以安在她耳边所说的话，就苦笑了一下。他让他好好的伺候向以琛，上一次向以琛都将他推开了。 韩香香没想那么多，伸手将向以琛身上的外套给脱了下来。她正想将他的衬衣也脱下来的时候，一只大手放在了他的手背上。他对上了向以琛的眼睛，吓了一跳。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 先生，你醒了，你喝醉了，所以我……韩香香忽然尖叫了一声，因为向以琛没有等他将话给说完，就将他按倒在床上。他有些喘息的看着就在自己眼前的男人俊美的脸。啊，向，向少。向以琛似乎正在仔细的打量着他。韩香香以为他不认识自己，连忙道。 我是韩香香，相手，你记得吗？韩香香，向以琛嘴里念着这几个字，手上的力道慢慢的松了。韩香香以为他要松手，所以想要起来，没想到下一刻，向以琛却吻住了他的唇。翌日，韩香香先醒来的。 对上向以琛英俊的脸，他脸红了一下。在他仔仔细细的打量着面前的男人时，他却忽然睁开了眼睛，他的脸更红了，甚至还很慌乱，觉得自己在偷看的时候被发现了一般。向以琛却没有怎么看他，冷静的掀开了被子，从床上起来，抓过地上的裤子穿上，然后去了浴室。 韩香香听到里面有水流的声音传出来。过了一会儿，她围着浴巾走出来，头发也还在滴着水，但是她依旧一言不发地穿上衣服，吹干头发。韩香香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丝的表情，她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从起来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和他说，好像她做错了事一样。 他尝试着开口：“向少，昨天晚上我……”向以琛穿好了衣服，从口袋里拿出钱包，抽出一张卡扔在床上，依旧没有说话，拉开门就离开。向以琛以为自己会做些什么，但是很奇怪，他却是出奇的冷静。他穿上衣服，拿着车钥匙离开。 听到身后的韩香香在叫他，但是没有回头。他此刻的头脑很清醒，知道自己在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他背叛了裴念，他和别的女人上床了。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念头。因为是在假期，所以裴念和佳佳都睡得比较晚一些。裴念醒来的时候，佳佳还在睡觉。 他还没有叫他，直接到了厨房去，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速冻饺子来。这是他昨天在超市买的。他放了水在锅里，打开了速冻饺子，在等待水开的过程中，门铃响了。他这里很少会有别人过来，平常除了顾逸辰和杨澜一家，也就是向以琛了。但自从上次之后，他给了向以琛一把钥匙，所以。 现在门铃响了，他以为是杨来和顾以晨他们，他赶紧放下手中的速冻饺子，开了厨房的门。来了，开了门，看到的是向以琛，他愣了一下。向以琛这个人比较喜欢睡懒觉，现在放假，这个点他应该在家睡觉的，怎么这么早就出现在他这里了？你怎么来了？你钥匙呢？ 丢了吗？向以琛并没有理会他，而是越过他，直接就进去了，在沙发上坐下。裴念关上了门，站在一边打量了他一下，觉得他有些异常，但是又说不上来有什么异常。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他看起来好像没有睡好。裴念什么话都没说，进了厨房。 给他倒了一杯水出来，放在茶几上，看了他一眼。这么早，还没吃早餐吧？我厨房里煮了饺子，一会儿在这里吃。你等我一下。他说完就转身进了厨房。水刚刚烧开，他扯开饺子的袋子，将饺子倒进去，用东西轻轻搅拌了几下。厨房的门在这个时候被人从外面打开。 向以琛走进了狭窄的厨房，裴念抬头看了他一下：“你饿了吗？还没煮好，你先出去等会儿。”向以琛依旧一言不发，在他转身又在忙的时候，用手揽着他纤细的腰，头往下靠在他的肩膀上。裴念因为他的动作，身体僵了一下，半晌才回过神来：“怎么了？” 今天的向以琛不对劲，很不对劲。裴念，我有话和你说。好，你说。裴念应了一句。忽然发现煮饺子的水开了，快要溢出来，他赶紧伸手去关开关，然后去洗盘子，将饺子盛在里面。向以琛握住他的手，将他手中的盘子放在料理台上。 盯着他的眼睛，我和别的女人上床了。他一边说，一边紧紧地盯着他的脸上，眸光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裴念以为自己听错，你说什么？我说我昨天晚上和别的女人做爱了，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不需要了，我听清楚了。裴念摇摇头道。 向以琛今天早上就是过来告诉他，他昨天晚上睡在别的女人那里吗？他站在原地许久都没有动作，愣愣地看着他，他也没有任何的动作，两人就这样对视许久，空气中很安静，安静的让人窒息一般。裴念先打破沉默的，他转身将盛着饺子的盘子端到了外面的餐桌上。 解开身上的围裙，他的双手撑在餐桌上，深深地呼吸一下，转身发现向以琛站在了厨房的门口，依旧盯着他在看。他扯了扯嘴角：“你先过来吃早餐，我去叫佳佳起床。”向以琛伸手扼住他的手腕，将他拉扯了回来，眸光又在他的身上打量了一遍，随即冷嘲的声音响起来。 你还真冷静，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在听说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上床了，还能这么冷静。黑、hey, 念，你真大方。他说完就甩开他的手，转身开门离开了。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 您的收听，第二百三十一集，门被大力的合上来。裴念觉得眼睛很酸涩，他用力的揉了一下眼睛，但是没有哭出来。过了一会儿，佳佳自己起来了，也洗好脸、刷好牙出来了。他并不知道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也不知道向以琛来过。妈妈，早上好，我好饿呀。他揉了揉自己的小肚子。裴念扯出一抹笑，早餐在桌上，过来吃吧。何佳佳吃着早餐，听他说起在学校的事情，裴念竟然也听得很认真。他也讶异自己为什么能这么冷静。果真，向以琛说的没错。 他是没有心的，没有哪个女人在听到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了，还能这么冷静，而他就是唯一的一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冷静。向以琛和他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当时就像是个局外人一样，在听说着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东西，所以冷静而又淡定。 他心里甚至没有一丝愤怒，或者是其他的情绪。自从那一天早上，向以琛摔门离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找过裴念，更没有到过他这里来。他们的关系这一次是真的降到了冰点。这或许在很早之前他就想到了这一天。他们之间无法像是方雅琴所说的那样，即使没有感情，也能像是朋友那样的相处。 原来到最后没有爱情，向以琛对他一次次的失望之后，连和平相处都已经维持不了了。裴念和向以琛虽然从来都没有举行婚礼，但是因为当初那场抚养权官司的沸腾，他们是夫妻这件事在北城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可是这些天，北城都在盛传向以琛换了新欢。 他的身边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女孩，无论到哪儿，他都喜欢带着那小女孩。都说他很宠那个小女孩，所以才会将裴念给忘了。说起来，这些事也还真巧，因为在前些天才说陆少廷和何明星复合的事情，现在向以琛又有了新欢，所以裴念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众人口中的那个被抛弃的人。 先是陆少廷，虽然前段时间为了他而和何明鑫闹翻，甚至离婚了，但是后来发现自己最爱的那个还是何明鑫，所以便又和何明鑫在一块儿了。再有就是向以琛，虽然曾经费尽心思想要得到他，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的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向以琛就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所以这件事说来也是奇怪的，在杨来的眼中，向以琛是很爱裴念的，所以说什么他都不相信他会背叛他，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但是这报纸和八卦新闻三天两头的报道，又不像是假的，他只能去问裴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起来，裴念自己都许久没有见过向以琛。 所以根本没能亲口询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已经这么写出来的，那应该是真的吧？何况那天早上他过来找自己，不是说他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的事情了吗？这件事杨来是不知道的。裴念现在告诉他的时候，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 不算吵架。裴念轻声道：“我们之间的状态一直都这样，长期下去只会越来越恶劣。那你打算怎么办？”杨来出声道。裴念摇摇头，他现在确实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办。他与向以琛之间的问题确实需要去解决，但是他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去解决。 而且最近，向以琛既从没有来找过他，连他打去的电话，他也没有接。平念没有过去他家找他，也没有去他的公司找他。这件事，他觉得还是缓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再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不能再在一起生活下去了。他对向以琛的背叛没有感觉。 可能这在于向以琛来说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他没有心。他也不知道向以琛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是出于什么样的缘由。无论怎么样，他不能再这么拖着他了。等时机一成熟，他会去找他说明白一切。他们之间的问题已经破碎的无法弥补。见他不想怎么说向以琛的事情。 杨来也没有再继续询问，他想了一下，又道：“那陆少廷和何明熙又是怎么回事？陆少廷不会真的和何明熙在一起了吧？这事还真的是蹊跷。按说陆少廷早就对何明熙没有任何的感情了。”裴念这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都令他头疼，他也不想再去管这件事。我不知道，那和我没有关系。 那是他们俩的事情。杨兰心里暗叹了一下，可能裴念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说起陆少婷的事情，他的反应远比说起向以琛的事情要大。即使向以琛做出了在任何一个女人看来都不能容忍的事情，但他还是很平静。所以，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差别吗？因为不爱，所以没有任何的感觉。 他才能这么的冷静吗？这或许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因为他本该与向以琛产生感情的，但是无奈到了最后会走到这样的地步，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地步。连杨来都觉得向以琛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的吧，只是想要激怒裴念。裴念已经许多天都没有见到向以琛。 他试图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但是他都没有任何的回应。有关于他和那个女人的消息，倒是一天都没有消停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刻意去回避这些消息，所以他们才会这样的肆无忌惮的不断的出现在他的面前。对于他和韩香香的消息，裴念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感觉，谈不上难受。 妒忌，或者是被背叛的愤怒。那一天早上，他亲自过来找自己，对他说起这件事，他都能那样的平静，更何况是现在。他好像早就已经习惯了。他不知道向以琛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和韩香香在一起，但是能肯定的是，这其中必定和他有关系。他觉得他为他做的事情已经够多。 什么理智的、不理智的，都那么的多。他是真的不想再看到他为了自己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所以他觉得是时候该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了。无论怎么样都好，他们都不应该再在一起。他应该还给他本来的生活，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他才会更好。 他不能再因为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而心软了，因为事实证明没有任何的用处。他上一次本来也打算和向雨辰结束一切，但方雅琴跪下来求他，他心软了，所以想着最后一次，再给他们之间一次机会。可是这所谓的机会，似乎不但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让他们往一条绝路上。 越走越近了，所以他怎么能还想着再和他在一起？也许在一开始，他就不应该介入向以琛的生活当中来。这些天，他没有和向以琛见面，足够让他冷静下来思考一切了，也足够让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他应该去找向以琛，好好的谈一下，好好的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不能再这么的拖着了。 无论结果怎么样，他们都应该要好好的面对。经过这些天，裴念知道，自己就这么给向以琛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他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的。所以，他还是决定去找他。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价气妻，前夫请自重。不是周末，是平常的上班时间，所以裴念便去向氏找他。但是从他的助理那里得知，他今天并没有过来上班。裴念有些无奈，他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这么巧，刚好他今天过来找向以琛，他却没有过来上班。 好像一切都是算好的一般。尽管他知道，其实这一切都只是巧合。他在事先没有联系过他，所以向以琛并不知道他会过来找他，他也不可能在他身边安排了人在监视着他。他既然不在公司，裴念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也不可能坐在这里一直等着他回来。他只能又开车去了向家。 其实他并不愿意在这里和他谈这些事，因为毕竟这里有方雅琴，他并不想和他解释过多他们之间的事情。毕竟在前不久，他还那样的跪着求他和向以琛在一块儿，但他找不到向以琛的人，所以只能过来这里找找他。他以为他既然不在公司，应该是在家里，但是其实他又想错了。 他也并不在家。方雅琴看到他出现，听到他要找向以琛，他的脸色有些尴尬。阿琛不在家，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我找他有事，但是我打他电话，他都没有接。方雅琴看着裴念，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啊，他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吧。最近他也很少回来。 别的地方，裴念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他怎么忘了？现在向以琛身边还有个女人，叫韩香香的。看此刻方雅琴脸上的表情，他已经懂得了。向以琛在韩香香那里。我知道了。裴念点点头。那我先走了。念念，方雅琴在背后叫住了他。你们俩。 真的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我看得出来，儿臣还是很爱你的。他和韩香香在一起，也并不是出于真心的。无论基于什么原因，裴念是真的不想向以琛再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他的身上了。他笑了笑，并没有回答方雅琴的话，而是转身坐上了车，开车离开了。 裴念并不知道韩香香被向以琛豢养在哪里，而且就算是向以琛真的在他那里，他找上门去说这些问题也并不合适，所以他放弃了继续寻找向以琛的想法，准备等到改天再去找他。他不能躲开他一辈子，他们之间该要面对的问题，还是需要去面对。裴念开车回到了住处，他的车子。 停在附近的停车场，需要自己步行走进小巷子里，往他所住的公寓走去。忽然，从巷子的一边窜出来个人，他只看到那人朝自己快速的奔来，他思绪混乱的，根本就来不及有任何的反应，眼睁睁的站在原地，看着那人朝自己奔来，眼看着面前的人好像就和他撞在一起了，他却被一股力道拉扯着往后倒去。 他跌倒在墙边，后背紧紧撞在墙上，他疼得皱起了眉。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站起来，他就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声：“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了他！我就杀了他！他毁了我的一切，都是他！裴念，我恨死你！我恨你！这人，这声音。”裴念按着被撞疼的后背看过去。 刚刚那个披头散发的朝自己飞奔而来的，不是何明心又是谁？只是他实在太狼狈，出现的也实在是太突然，所以他一时竟然没有认出来而已。而现在，他被两个男人紧紧的拉着手臂，尽管他叫得疯狂，但是依旧动弹不得。在何明心的身边，是从后面赶来的明北瑶。他看着面前的男人，没事吧？ 裴念马上看过去，看到的是陆少廷的背影。他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可他垂下的手臂明显有鲜红的血液滑落下来，沿着手掌滴落在地上。裴念才注意到地上有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何明星刚刚就是拿着那水果刀朝他冲过来的，他想杀了他，无疑。 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三十二集，陆少婷转过身，朝裴念走来，伸出未受伤的左手，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他也问了和明北瑶一样的问题：“没事吧？”裴念的脑子依旧一片混乱。 他现在唯一能知道的是，何明心想杀了他，可是陆少廷出现了，将他推开，但手臂还是挨了一刀。这一刀也不知道深浅，因为隔着冬天厚重的衣服，裴念似乎没听到他的问话，双眸只顾着看着他受伤的右手。你的伤口在流血。陆少廷终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明北瑶也在这个时候走过来，用手按住他的手臂，血从指缝间流了下来。去医院看看。医院，诊疗室。明北瑶将他们送到医院就离开了，似乎是去处理何明鑫的事情。当然，何明鑫也被他带走了。裴念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池威正在给陆少廷包扎手臂上的伤口。 伤口还是挺深的，毕竟原先何明星是想杀了他的。既然想杀他，力道又怎么可能会小？伤口伤在手臂上还好，要是伤在其他的地方，估计就很危险了。裴念记忆中，陆少廷好像不是第一次为自己这样的受伤了。他不知道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何明星一直都很恨他，这一点他早就明白。 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也不会赌上自己的性命，拿着刀过来杀他。她是聪明的女人，要是还有理智的话，都不会这么做。她不能为了杀一个人而毁了自己。可是这次，她却真的这么做了。想到何明心的癫狂模样，裴念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刺激到他了，所以他才会丧失理智。迟薇处理好了陆少廷手臂上的伤口。 就被一个小护士叫出去了，诊疗室只剩下裴念和陆少婷裴念从沙发上站起来，朝他走去。伤口没事吧？没事。陆少婷用纸巾擦拭着手臂上的血迹，回答简短。何明心怎么了？陆少婷先是抬起头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道：“他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裴念不知道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会再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他能控制的吗？杜少廷顿了顿，又道：“他疯了。”裴念一愣，想到何明星披头散发的样子，确实和往常很不一样。他那么注重自己仪表的人，竟然那样的出现在街上，而且他的眼神、他的嘶喊声、他的神态。 确实是不对劲，可裴念怎么也想不到，竟然要用“疯”这个字来形容他。他疯了。裴念很清楚，今天这一切和陆少廷有关。何明星会这样，肯定是因为陆少廷对他做了什么事。你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他会突然这样？陆少廷却挑了挑眉，打断他的声音。 八卦杂志上写的东西，你也相信？八卦杂志上写的东西确实不能全信，但是他双眼都看到了，他们确实一起出双入对的，所以那些媒体不可能空穴来风吧？但看这情况，陆少婷并不承认。裴念低头沉默了一下，他也不知道陆少婷和何明星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刚刚何明心那种情况，估计是真的受到了什么刺激，而且有明北瑶出来干涉这件事，估计他要是被送到了哪里去，就真的出不来了。所以陆少廷才会对他说：“以后他不会再出现在他的面前了。”这件事，裴念虽然觉得很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前段时间还公开出双入对的两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还是就像是陆少廷刚刚所说的那样，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媒体八卦杂志在乱写而已。至于实际情况怎么样，这件事情也和裴念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也并不想再去深究。只是今天何明鑫这样的出现，摆明了是想杀死他，而且想要动手杀死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陆少廷。 也就只有陆少廷能让他陷入这样的境地里去了。其实看他如今的样子，裴念觉得可悲又可恨。最爱的男人又怎么样，还不是亲手将他逼入这样的境地？裴念看着面前的陆少廷，有一刻的恍惚。他从来都知道，他是个狠心的男人。他想要对一个人狠心，就不会心软。 从前，他将他亲手送入监狱；现在，他将何明心逼入这样的境地，这不就足以证明他的狠心了？哪怕他有时候能预测到自己将来会后悔，可是，在做这些狠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从来都不会手软。陆少廷就是这么一个男人，对自己狠，对别人也狠。陆少廷。 你爱过何明鑫吗？他和何明鑫都曾将这个男人视为生命般的去爱，但都被这个男人这样狠心的对待过。裴念此刻觉得有些悲哀，看到何明鑫那个样子，想到他今后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何明鑫是恨他的，这一点无需怀疑，但其实他对何明鑫没有恨意。 因为确实如他之前所说的那样，是他先动手将陆少廷抢过来，是他先背叛他们之间的友情。后来，他与陆少廷离婚，这其中好像他都起了作用。所以何明星恨他入骨。相对于何明星对自己的恨意，他对何明星没有多大的感觉，只是希望他别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吧。 他没有那么浓烈的恨意，只希望他们各自过各自的，在自己的生活里安好就好了。但偏偏何明心对他的恨意一天比一天浓，所以到了今天，他会不顾一切想要将他杀死。他已经容不下他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也将自己给逼疯了。陆少廷沉默地看着他，许久了才出声。 没有，估计何明星到现在都还以为陆少婷是爱过他的，起码他们年少的时候曾经有一段很开心的时光。要是他听到了陆少婷现在所说的话，不知道会绝望成什么样子。裴念觉得心里的悲凉越来越浓，他知道陆少婷没有说谎，他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和他说谎。他说没有爱过何明星 就真的没有爱过他，可是没有爱过他，却和他在一起那么多年；没有爱过他，却给了他那些幻想。所以说，他是真的狠心。我只爱过一个女人。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 在裴念陷入自己的思绪当中的时候，陆少廷低沉的声音再次传来。他愣了一下，但没有抬起头，而是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在看。他知道他所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可是事到如今，这些再出现在他的耳朵里有什么用？他是真的不知道。 或者说，他从来都没有弄懂，在陆少廷的心里，他究竟一直都在想些什么。裴念揉了揉眼，往窗外看去，忽然眸光停滞下来。他看了一会儿，回过神来，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匆忙地拉开了门，往外面走去。他没有看错，外面的确实是向以琛。他刚刚被一个女人拉着手臂从走廊经过。 他找了他那么久，竟然会在医院看到他。他们就在前面，裴念只需要几步就能上前去，就能见到他。他也这么做了，没有立刻叫住他的名字，而是加快了脚步，直接走到了他们的面前。对于他忽然的出现，向以琛怔了一下，他身边的韩香香也怔了一下，随即拉着他的手臂。 阿琛，这是谁呀、啊？裴念之前从报纸杂志上看过韩香香的照片，但是那到底都是偷拍的照片，并不是很清晰。今天，他算是第一次见到韩香香的本人，这个传说中向以琛的新欢，确实还很年轻，就二十出头的样子，眉眼间还有一种稚气未脱的感觉。 裴念匆匆的看了一眼韩香香之后，又看向向以琛：“阿琛，我们聊聊，有什么好聊的？”向以琛终于开口了，但是，一出声就是拒绝。这一点，裴念早就想到，毕竟最近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接听他的电话，也没有回他的信息。我们之间的事情，你难道想一直都拖下去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解决一下了？裴念耐着性子道：“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也给你发了很多信息，但是你都视而不见。我今天去向氏找你了，你不在；我又去你家找你了，你还是不在。没想到会在医院碰到你，向以辰，有些事情必须要得到解决。” 你从来都不是这种只会躲避的人，现在你要做这种人？向以琛冷笑了一下，哼，想用激将法？裴念抿着唇没有出声，但是今天他好不容易才看到这男人，他并不打算要轻易的放他离开。怎么样，他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他们之间的事情不可能一直都这么悬着，他不想再这么拖下去。 阿琛，你不是还要陪我去医生那里去吗？我们赶紧走吧。韩香香摇晃了一下向以琛的手臂，娇嗔道：“他也大概猜出来了裴念的身份，所以才会这么着急的拉着向以琛要离开，不给他们谈话的机会。他以为向以琛最近那么的宠着他，应该会答应他的，但是没想到他却伸手将他挽着他手臂的手给拿开了。” 阿琛，他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在风月场所做过，但是到底年少，什么表情都显露在一张脸上。正如现在，他怪裴念出现，所以对裴念的戒备和谨慎全部都写在脸上。裴念笑了笑，并没有在意。他继续看着向以琛，就当我在用激将法好了。但我刚刚所说的话，难道不对吗？ 我们之间的事情，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逃避。向以琛将韩香香的手拿开后，看都没有看她。你自己先去医生那里，我一会儿再过来。阿琛、啊，韩香香明显不愿意。向以琛终于低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带着森冷的寒意，让韩香香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他连忙点头。 好，那我自己过去。这段日子以来，虽然向雨琛对他很好，但是他没有忘记，这个男人是自己的金主，并且他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他不敢惹怒他，怕他会将自己赶走。他不想再回到从前的那种生活了，不想再在每一个男人的怀里去强颜欢笑了，不想再一点朱唇万人尝了。 不想再费尽心思的去讨好每个男人了，所以其实他很害怕向以琛会将自己赶走的。向以琛见他终于听话，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韩香香离开之后，向以琛看向裴念，跟我过来。其实他们也没有走远，就是到了医院外面的花园去而已，那里比较不会引人注目。这里。 也并不是一个谈话的好地方，但是裴念没有其他的办法。要是他现在不将向以琛找来的话，以后要再想找到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今天他们的谈话没有什么实际性的结果，但是他们都该出来聊一下。在花园外面的长椅子上坐下，向以琛看了他一眼，聊什么？裴念也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想了一下后，开口：“阿琛，我们找个时间去一下民政局吧。”向以琛大笑起来，但是眼睛里只有森冷的寒意，没有任何的笑意。所以说，找了我这么久，就是为了和我谈离婚的事情？裴念，你对我真的够狠，一次又一次的往我的心口上捅刀子。 难道你都没有看到我的心在流血？我的心被你伤得千疮百孔了，你一点都没看见？还是你从来就只看得见陆少霆的伤口？对于我，你一概视而不见？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三十三集，面对向以琛的咄咄逼人，裴念也觉得难受极了。但是他们早晚都要面对这一天，早一点面对总比晚一点面对的好。他们迟早都要走上这一条路，他们逃不开，也躲不掉的。对不起。记得我很早以前就对你说过了，我不要你的对不起。向以琛道。 但是我除了对不起，我不知道还能和你说什么。阿琛，是我错了，我真的不应该和你在一起。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分开。你就当从来都没有认识我这个人，可以吗？你回到你的生活去，我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永远都不会。向以琛安静地听裴念说完。 忽然伸手过来抓住他的手，你觉得我们之间是对不起三个字就能解决的？裴念没有挣扎，你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向以琛将他的手甩开，用手碰了碰自己的衣服，再度看向他的时候，眸子里冰冷的厉害。只是想告诉你，想离婚没门儿。 我要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妻子，我要你一辈子都顶着向以琛的妻子这个头衔。裴念怔了一下，他真的没想到他会和向以琛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有意思吗？这样做？哼。向以琛笑了一下，没多大的意思、啊。他又伸手将他的下巴捏住，将他的脸转向自己。 只是在告诉你，你永远都摆脱不了我。你今天过来找我，要和我离婚，是不是想要离婚后好和陆少廷在一块儿？我听说现在何家也垮了，被他整垮的，何明星都栽在了他的手上。他为了你也还真的是用尽心思。我虽然不知道他前段时间为什么接近何明星，但估计都是和你有关系的吧。 他对你真好，对吗，裴念？你是不是觉得很感动，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和他在一块了？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没有。裴念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有些无力，正如他现在自己的感觉一样。我不会再和陆少廷在一块，可以吗？我只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这么拖着了，向以琛。 我们分开，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可以吗？往常的一切都放下，可以吗？我想让你好过一点，所以别再纠缠了，行吗？向以琛，我们回到各自的生活轨迹上，可以吗？裴念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向以琛一直都在沉默着，没有说话。两人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 谁都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向以琛先打破了沉默。他冷冷的笑了一声，忽然转过身，面对着裴念：“裴念，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心动过？”裴念用手按住自己的眉心，有一点他无法否认，他自己也不是铁石心肠。向以琛为他做这么多。 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他或许有一刻是心动的，要不然当初他也不会答应和向以琛结婚。他承认当初和他结婚有家家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他也想自己能和向以琛继续走下去。可是到了今天，却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向以琛在问他这些话的时候，是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明白，这就是他的希望。可是裴念想给他希望，那又怎么样？难道又继续拖下去？现在他们之间最重要的是结束一切。他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抬起头，对上向以琛的眸光，摇头，没有。 一点都没有。向以琛的眸光明显是觉得不可置信。没有，裴念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坚定起来，一点都没有。你还想听什么？我都可以说给你听。我从头到尾对你的只是感激，还有感动。你对我很好，向以琛。但是对不起。 感情的事情我做不了主，裴年，你说的真好。向以琛双手握着他的肩膀，感情的事情你做不了主，所以你现在是在告诉我，你的心还在陆少廷的身上是吧？即使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你还是爱着他是吧？他顿了顿，将他拉近了，薄唇就覆盖在他的耳畔道。 裴念，你真的让我觉得恶心。裴念此刻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用力的拉扯着一般，他痛得几乎麻木，他的身体都在颤抖，但是却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看向向以琛的时候，甚至笑了笑。既然我让你觉得恶心的话，那你应该趁早和我离婚，这样不就不用再见到我了？ 我再告诉你一次，你休想！向以琛不顾她的挣扎，将她整个人往他那边拉去。我过得不快活，也不会让你过得快活。我不会和你离婚的，但是你想和陆少廷在一块也不是不可以，那就以第三者的名义在一块好了。我要让你和他永远都不能正大光明的在一块 你永远只能做他上不了台面的情人。向以琛，裴念大声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偏激？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样你是不是觉得会快活一些？看着你们不快活，我当然会快活。”这些话，裴念记得何明心也曾经和他说过。可是最后他快活了吗？没有。很多的情况。 伤害别人其实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向以琛执念于此，他永远都不会快乐。你骗人，向以琛，你这么做你也不会快活的。向以琛的眸子忽然猩红起来，被他说中了心事，他狠狠的将他推开。裴念以为自己会被推到地上，但是一只手从背后将他拉住，他摇摇晃,晃晃的才站好。 向以琛看清楚了裴念身后的男人，冷笑：“感情还真是好，这么快就追出来了。”他又看向裴念：“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明明在一起了，不是？何必在我的面前惺惺作态？”向以琛现在整个人都处于十分偏激、激动的状态。裴念明白，无论此刻他对他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而且，现在他又看到陆少廷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来医院本来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他不可能在事先知道他会陪着韩香香过来医院，所以才会来这边找他的。现在看来，他是和陆少廷一起来医院的了。陆少廷低头看了裴念一眼：“你没事吧？”他是看到裴念刚刚匆匆忙忙的离开，担心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才会跟出来的，才发现原来他是出来找向以琛了。本来他和向以琛的谈话，他并没有什么兴趣知道，只是看向以琛的情绪一直都很激动，他担心他会怎么伤到裴念，所以才会在旁边看着。没想到他真的差点就将裴念从椅子上推下去了，如果不是他刚刚赶到的话，裴念就被他推到地上了。 裴念摇了摇头，依旧看着向以琛。你先冷静一下吧，想想我今天和你说过的话。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想明白，我是真的想让我们大家都好过一些。我不想你再将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向以晨，我们还是离婚吧。裴念这话一出，轮到陆少廷愣住了。 他其实早就已经猜到裴念和向以琛之间有矛盾。向以琛最近的动作实在是太大，他带着那个女人出入各种场合，北城的人都知道，他又怎么可能会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只是他没有想到，两人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向宇琛眸光森冷，只说了几个字，便转身就走。他说：“休想！” 直到他离开许久，裴念还站在原地。陆少廷也一直陪他站在这边。他是真的觉得很无力。他没有想到向以琛会这么的偏激。他没有想到他们现在连坐下来谈谈的可能都没有了。陆少廷注意到裴念的脸色很不好，他却还站在外面，他便出声道：“裴念。”裴念并没有去理会他。 而是慢慢的离开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陆少廷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儿，他担心他出事。 所以上前拉着他的手臂，但是他并不想让他触碰，所以转了一下手。你放手，别碰我。他的动作触碰到陆少廷手臂上的伤口，他回过头的时候，发现他正皱着眉头，按着手臂上的伤口。他的眉心一跳，我弄到你了。没事。他手臂上的伤口，他很清楚伤势。 并不是闹着玩的，你回去找迟威看看吧。我先去看看奶奶。陆少廷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转身离开。裴念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去了奶奶的病房。自从奶奶出事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他却还在昏迷着。裴念每次来医院看他，看到他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 就觉得心痛。他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才能醒来，什么时候才能像是从前那样的和他说说话。裴念在医院陪了奶奶许久，等到佳佳的下课时间才离开医院的。但是她到了学校，却被告诉佳佳已经被人接走了。学校老师告诉她，是她丈夫接走的。裴念便想到了向雨琛。 学校不会随便让人将孩子给接走，因为当初他和向宇琛一起送佳佳来过学校，所以知道他们的关系，才会让他将佳佳接走。但是裴念不知道向宇琛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佳佳接走到底是什么意思。总之，他觉得不对劲。他今天才刚刚在医院和他见过面，虽然最后两个人不欢而散，但是他为何要将佳佳带走？ 裴念离开了学校，马上给向以琛拨通了电话，直截了当的问：“你在哪？你将佳佳带去哪儿了？”我在你的住处，自己过来。我不想看到我不喜欢看到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裴念知道他指的是陆少廷，因为他认为他们已经在一起。好，我现在就过去。 裴念捏着手机道：“你和佳佳在那里等我，我自己一个人过去。”裴念一个人开着车过去，他也由不得自己胡思乱想，所以只是加快了速度往住处赶去。向以琛是有他房子的钥匙的，只是他从前一直都没怎么用过那钥匙，每次过来都是这么直接过来的，要让裴念给他开门。但这一次。 他自己带了钥匙过来，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去佳佳的学校接了他，还将他带回去了。这一路上，他的脑袋都是麻木的，一直将车开了出去。他下了车就匆匆的往外跑去，到了门口，他果然发现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他赶紧拿出钥匙将门给打开，一进了门，他就到处寻找佳佳的身影。 因为客厅很小，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到佳佳不在客厅里。佳佳，他叫着佳佳的名字，又去了卧室寻找，可是还是没有佳佳的身影。他将整个房子都找遍了，每一处都翻遍了，可还是没有发现佳佳。裴念的心里此刻升腾起很不祥的预感。向以琛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他进来。 看着他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寻找，但是也不出声。他找不到佳佳的身影，回到客厅里来看着他，佳佳在哪儿？坐下来，坐下来，我再和你说。向以琛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位置。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三十四集，裴念只觉得太阳穴都在紧紧的绷着。向以琛，我们之间的恩怨，你不必要将一个小孩子牵扯进来。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你别伤害佳佳。你最好马上过来，要不然的话，我可就真的不能担保佳佳会不会出事。你，裴念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他此刻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咬了咬牙，按照他的指示坐在他的对面。在他坐下来后，向以琛忽然伸出右手，往他的脸上去，撩开他脸颊处的碎发，动作轻柔的，好像是情人之间的亲昵一般。裴念不习惯他这么叫自己，而且现在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佳佳的事情坐在一起的。 他用手将他的手拿开，再一次询问：“佳佳在哪儿？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只要我告诉你佳佳在哪儿，让你做什么你都愿意？”裴念抿着唇，看着面前的男人，没有出声。向以琛冷吃，眉毛讥讽的扬起来：“看来你也没有多爱佳佳。” 你看，你现在不是就在犹豫？你告诉我佳佳在哪？有什么事，我们好好的谈。你觉得我和你之间能好好的谈下去吗？向以琛冷笑着反问。哼，现在进去收拾一下你的东西，跟我走。去哪儿？我要你搬回向家来住。我们既然是夫妻，不是应该住在一起？ 向以琛道：“从前是我太过于纵容你，你要做什么我都由着你，我对你太好了，以至于你从来都没有将我放在心上。现在我明白了，或许是因为你骨子里的下贱因素在作祟，对你越好，你越不懂得珍惜。那我为什么还要对你这么好？搬回向家去，我一天没有和你离婚。” 你就一天还是我向以春的妻子，所以我们要住在一块儿。这下裴念是知道了，原来他打的是这样的主意。马上去收拾东西，如果你还想见到佳佳的话。对于裴念的怒视，向以春完全觉得无所谓。两人对峙，不用说，最终也只是向以春赢。他一言不发的站了起来。 往房间走去，向以琛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来。原来拿佳佳威胁你会让你这么听话，怪不得当初陆少廷总用他来威胁你。所以，你也要学陆少廷是吗？裴念冷冷地问了一句，然后进了房间。他现在哪里有心思收拾东西？在大衣的口袋里摸索了几下，却没有发现手机的踪影。 他愣了一下，门在这个时候被打开，向以琛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他的手机，在找这个，想给陆少廷打去，想让他过来带你走。裴念确实是想给陆少廷打过去，因为想让他去找找佳佳，但是没想到自己会将手机落在客厅里，最后被他拿去，还不打算收拾东西。 看来你完全不在乎佳佳。裴念转身望向他：“你会对佳佳做什么？”“你真的觉得我不会做什么？我不会伤害她，但是我会将她送走。我要是将她送走了，你和陆少霆这一辈子也别再想见到她，你信不信？”裴念，我的耐心没有多少，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裴念气的身体都在发抖。向以琛说完之后，就重新回到了客厅里去等候。裴念只能拿出箱子，随意的往里面塞了一点东西。他现在只想赶快见到佳佳。看到他拿着行李箱出来，向以琛微微一笑：“收拾好了，佳佳在哪儿？”向以琛却只是将他手中的行李箱拿着往外走去。 根本就不答应他，裴念跟着下楼，最后被他拉着塞进了他的车里面。一路上他都没有和他说话，无论他怎么询问，他都没有告诉他佳佳在哪儿。他真的开车回到了向家，他不肯下车，他便强硬的拉着他走下来，往房子拉去。 方雅琴看到两人出现，愣了一下。念念，妈，佳佳在这儿吗？不在呀、啊。方雅琴摇头。怎么了？还没等他说话，向以琛就将他拉进了房子里面，一直往里面走去。向以琛，你放手！方雅琴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赶紧关上了门，追了上去。 向以琛将裴念拉着往楼上走去，方雅琴追上去的时候，他已经砰的一声将门给关上。裴念被他反手扔在床上。这是向以琛的房间。面对着面前这个男人，裴念的心里很不安。他揉着被捏疼了的手腕，瞪着面前的男人：“你到底想怎么样？”从今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听到了没有？ 裴念不想面对他，也不想回应他，所以对于他的话并没有去理睬。向以琛哪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他？一下子就靠近，用手捏着他的脸颊。不过你听到我刚刚所说的话没有？很难将面前这个男人和从前的那个向以琛联系起来。裴念被他逼得不得不面对着他。他忽然在想，他成了这样子。 是不是都是因为他，因爱生恨吗？向以琛，我们这样下去没有任何的好处，对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不要再将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向以琛用力的捏着他的脸颊。我不需要你和我说这些，我只问你听到我刚刚的话没有？向以琛，你松手，你弄疼我了。疼。 向以琛大笑：“<笑>你也知道疼吗？我还以为你就是个麻木不仁的冷血动物而已，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裴念不说话。向以琛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双眸全是猩红色的血丝。是不是不想再见到佳佳了？这样的话，裴念也曾经从陆少廷的嘴里听到过。他厌恶这两个男人。 都爱用佳佳来威胁自己，但是佳佳就是他的死穴，所以每一次这死穴被人抓住的话，他没有办法来抵抗。要是在从前的话，他是不相信向以琛会这么对佳佳的，但是现在不一样，向以琛已经被逼得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自然，如果他现在不答应他的话，他会说到做到。好。 裴念忍住怒气，我会搬回来，我会搬回来。你满意了吗？现在能告诉我佳佳在哪里吗？向以琛看着他，盯着他的眼睛在看。记住你所说的话，你要留在这里。我记住了，满意了吗？我记住我所说的话了，你还想怎么样？向以琛没有说话。裴念深深的呼吸几下。 他已经快要觉得窒息，你为什么要弄到这样的地步？这样你会觉得开心？要我留在这里，你会觉得开心？向以琛，为什么你不能放过自己？向以琛忽然将他按倒在床上，我会弄到这样的地步，到底是因为谁？你只是因为我不爱你，对吗？那你这么做，你觉得我会爱上你？ 如果你觉得我们俩做不成爱人，也不能做朋友，那就做陌生人不行吗？和你做陌生人，你想的倒是挺好的。我说了，你让我这么痛苦，我也不能放过你。我们就这么抱着痛苦就行，这辈子你都别想摆脱我，知道吗？裴念。他说完就动手去拉扯他身上的衣服。 裴念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他这么对待，了，这一次他却比任何一次都要用力，似乎要狠狠的折磨他。裴念却不像是从前那样的挣扎，因为他知道没有用，也因为他现在真的好累。所以当向以琛伸手去脱他身上的衣服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双眸呆滞的望着天花板。如果这么做， 能让你觉得开心一点的话，向以琛，那你就按照自己心里所想的去做。但是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爱上你。这句话像是将向以琛完完全全给激怒了，他动手将他身上的打底衫给撕烂了。向以琛将裴念的衣服脱掉之后，双手捏着他的脸颊，头低下来，薄唇压着他的嘴唇，用力的亲吻下来。 门外忽然传来敲门的声音，一声一声的，一刻都没有停止下来。是方雅琴，她正在门外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才想要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刚刚向以琛将裴念拉回来的时候，表情实在是太可怕，所以她担心他在盛怒之下会失去理智，做出让自己都后悔万分的事情来。 阿琛，开开门！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你不要冲动，冷静下来，有什么事好好谈。向以琛此刻的脑子很混乱，他自己兴许都不是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他在亲吻裴念的时候，得不到他任何的回应，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他越是这样，他就越是被激怒，便用手拍了拍他的脸。 和陆少霆做的时候，你也是这种反应，像是死鱼一样。裴念没有说话，双眸盯着他看，无畏无惧的盯着他看，他的眼里依旧没有他的存在。裴念，我让你说话，你听到没有？盛怒的从来都是向以琛。哼，裴念笑了笑，依旧盯着他在看。 但依旧没有说话。向以琛的怒火一触即发，他的笑声就像是魔咒一样在刺激着他，所以他自己都没能控制自己的举动。当空气中传来“啪”的一声，他整个人正愣在那里。裴念的脸被他这一巴掌打得转向了另一边。他愣了许久，看着自己的手，满眼的不敢置信。他打了裴念。 他从来都不会打女人的，但是他打了他，他打了他最爱的女人。裴年，他伸手想去触碰一下他的脸，但是被他用手挡开，别碰我。他刚刚的力气很大，所以他的脸颊都肿了，嘴角还在冒着血丝，口腔里面全是血液的腥甜味。向以琛的手僵在了空中。 裴念用手擦拭了一下嘴角处的血迹，然后拿过被子裹住了自己赤裸的身体。他想将向以琛推开，向以琛却盯着他看，他冷冷的笑了笑呵，还没满意，你还想怎么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 起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正当两人陷入僵持的时候，门在这个时候被人从外面打开了。方雅琴拿着钥匙站在门外，她看到裴念用被子裹着身体，肩膀和双手都裸露在外面，而向以琛身上也衣衫不整，一时间什么都明白了过来。 他快步的走过来，阿琛，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出去，先出去。他推着向雨辰，将他推到了门外，然后关上了门，回到床边，在地上将裴念的衣服捡起来，递给他。念念，什么都别说了，他现在什么话都不想听，什么人都不想见。 方雅琴的眸光落在裴念美丽蝴蝶骨处的吻痕，还看到了她脸颊处的红肿。她知道了，刚刚向亦琛真的做了伤害裴念的事情。他到底是没能控制得了自己。裴念拿过衣服往浴室走去的时候，转过身看向方雅琴：“妈，你帮我问问向亦琛，他是不是想将我逼死了才告诉我佳佳在哪？” 方雅琴正愣住了，原来向以琛是以佳佳来威胁裴念，让他回到这里来。他再看过去的时候，看到裴念已经进了浴室。他叹了口气，开了门走出去。向以琛在楼下的客厅沙发上坐着，正在吸着烟，眉头紧锁。方雅琴觉得有些气愤，下了楼，从他的手上抢过烟蒂，扔在地上。 阿琛，你到底都对念念做了什么？妈，您不是看到了，还需要我说吗？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三十五集，你真是糊涂！方雅琴颤抖着手。 指向他，无论再怎么样，你都不能做出这样伤害念念的事情来。你觉得你这样做，他就会爱上你？我知道不能。向以琛靠在沙发上，神色有些颓然。他本来就是个五官俊美的男子，这样的气息让他整个人都增添了一种颓废的美。他曾经在所谓的情爱当中，算是无往不利的。 第一次在裴念的身上下了感情，但是也栽了跟头。这个跟头，他栽了，就起不来了，他在原地，怎么挣扎都起不来。而裴念就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在挣扎，但是都不愿意伸手将他拉起来。他说了，他由始至终都没有爱过他，连心动都没有。如此狠心的女人。 他却爱了那么多，他向以琛有多可悲，他自己知道。但是我不想让他好过，他时时刻刻都想着和我离婚。也许有了孩子，他就不会再这样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脸上就重重的挨了一巴掌。方雅琴神色悲痛地指着他，所以你就强暴他，不顾他的意愿，那么的对他，阿琛。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么做，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向以琛并没有去理会自己脸上的疼痛。那又怎么样？他原不原谅我又怎么样？我不在乎了，只要他能留在我的身边就可以。所以，无论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无所谓。你，方雅琴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向以琛说出这些话。 做出这些事，真的让他有些怀疑，面前这个还是他的儿子吗？还是那个深爱着裴念、对他那么好的向以琛吗？可是为什么他能做出这样禽兽的事情？佳佳在哪儿？你将他藏在哪里了？他没事向以琛只说了这三个字，便不再说话。范雅群觉得自己无法再和他沟通下去。 现在的他完全将自己逼入了死胡同里面去，怎么都走不出来。他此刻觉得后悔极了。前段时间裴念说要和他离婚的时候，他不应该求裴念再给他一个机会的，不然也不会弄成今天这样的地步。裴念在浴室开了水，在冲刷自己的身体，他觉得自己脏，真脏。 他用手使劲的搓着自己身上的肌肤，将肌肤都搓得红彤彤了，依旧不肯放过。浴池里面的水越来越多，最终已经满满的一缸水了。他便将自己整个人都放倒在浴池里面，慢慢的、慢慢的，他的身体滑了下去，水也渐渐的没顶了。他就在水里面，渐渐的连呼吸都不顺畅 他真想就这么下去，那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就在裴念的意识渐渐的松懈下来的时候，门外响起来了敲门的声音。念念，你在里面很久了，你洗好了吗？应我一句好吗？裴念忽然清醒过来，从水里面浮现出来。他被水呛到，所以剧烈的咳嗽了几下。他拿过边上放着的干净的毛巾。 擦拭了一下脸，此时此刻，他被自己刚刚冒出来的念头和不由自主所做出来的举动给吓坏了。他怎么能就这么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有佳佳，奶奶也还在他的身边的，他们都需要他。他甩了甩头，拿过衣服穿上，开了浴室的门。方雅琴就站在门外，一脸担忧的看着他，念念。 你还好吗？裴念点了点头，走了出去。方雅琴跟着他的脚步来到外面，他的手上还提着医药箱。念念，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告诉我。没有。裴念摇头。但是你的脸，还有……他的眸光从他锁骨处的吻痕扫过。裴念拉高了衣服。 将自己身上的痕迹给盖住。原来刚刚那样使劲的搓着身上的肌肤，竟然都不能把这些恶心的痕迹给掩盖住。对不起。方雅琴站在他的面前，喃喃道：“他这句对不起，是为向以琛，也是为自己。”裴念看他的眸光却异常的清冷。佳佳在哪？刚刚我问了阿琛了。 他说他没事，我想他不会伤害他的，你放心。方雅琴尝试着靠近，你脸上的伤口需要敷药，不然的话，明天起来会红肿起来的。不用了。裴念将身上的衣服整理好，穿上大衣，拎着箱子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陆少廷的电话。他没有心思去管他的电话。 所以挂了。陆少廷后面打来了几次电话，他都没有接听。随后一条短信就来了：“佳佳在我这里，他想找你。”裴念愣了一下，马上拨通了陆少廷的电话。那边他的声音随后也传了过来：“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没有。”“让佳佳听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 最终，陆少廷还是将手机递给了佳佳。妈妈，你在哪？为什么夏叔叔今天过来接我？裴念道：“佳佳，你听妈妈说，妈妈现在有些事，今天晚上你就先在爸爸那边睡，知道吗？”好，佳佳很听话。 吵架了吗？没有，你乖一点，听爸爸的话，知道吗？我会乖的。裴念挂了电话，将手机放在大衣口袋内。原来佳佳被向以琛送到了陆少廷那边，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向以琛打开门，看到的正好是他拿着箱子的模样。 他阴沉的眸光落在他的身上，嘴角勾起，哼，裴念，我就知道，你从来都不会遵守自己所说过的话。现在知道佳佳在哪儿了，就着急要离开了是吗？向以琛伸手从裴念的手掌夺过他的箱子，扔在了地上，里面的衣服瞬间散落一路。裴念蹲下去捡地上的衣服。 他握着他的手腕，将他从地上拽起来。你没听到我刚刚所说的话？裴念也不去管手腕上的疼痛，安静地看着他，忽然微笑。你笑什么？裴念还是在笑。向以晨，你为何要这么对我？为何要这么对自己？因为这是你欠我的，裴念。 你要记住，是你先将我的一颗心扔在地上，狠狠的践踏的，所以有今天，你也怪不得我，知道吗？所以，哪怕我永远都不会爱上你，哪怕我会恨你一辈子，你都觉得无所谓，对吗？对。向以琛盯着他的眼睛，大声道：“但是你知道吗？” 向以琛，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作呕。曾经你让我觉得多有安全感，现在你就让我觉得有多恶心。听到裴念说这样的话，向以琛又怎么可能不会被触动？他俊美的脸上都苍白了，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他说他恶心，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唯一爱过的女人，原来这么憎恨他。 这一切好像都是他亲手造成的，但是也无所谓了。他此刻是这么对自己说的，因为除了这样，他还能怎么做？他微笑。那怎么办？恐怕你一辈子都要待在我这个这么令你恶心的人的身边了。黑念，你记住，是一辈子，你想逃都逃不掉，而且。 你不但要待在我的身边，你甚至还要帮我生孩子，生令你恶心的人的孩子，你会觉得很痛苦吧？向以琛，你做梦！我永远不可能会生下你的孩子，而且，你听好了，我不会待在你的身边。向以琛拍了两下手掌，那我们就试试看，然后。 他慢慢的走进了裴念的身边，用手按住他的脖子后面，不顾他的挣扎，将他拉向了自己这边。而且，裴念，我告诉你，说不定你现在肚子里就有了我的种了。<laughs> 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房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鹊有声出品，喜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裴念这一刻忽然明白过来了，这个男人好像是要像从前陆少廷对自己那样，他要求着自己，去哪儿都要被人监视着，他厌恶透了这种生活，要是再被人这么看着。 他宁愿去死。向以琛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敲门，去找他。他知道没有用。他想离开，必须要靠自己。裴念尝试着去按了一下门把，果然被锁上了。他果然没有猜错。这间房间他以前也住过，知道这里还有一个阳台，但只是在二楼，不可能从阳台上跳下去。 他在想着自己究竟怎么样才能离开。忽然，小腹传来一阵疼痛，他疼得额头直冒汗。他站起来的时候，因为双腿无力，又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他的呼吸此刻都变得异常的艰难。也许是刚刚他摔倒在地上的时候造成了巨大的声响，所以惊动了外面的人。方雅琴站在门外拍打了几下门，念念。 你怎么了？他的钥匙被向以琛拿走了，现在他也不能开这里的门。但是他几乎和向以琛撕破了脸，让他将裴念放走，但是他都不理会。看来他完全下定了决心，要按照自己所想的走下去了。在方雅琴的眼里，他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疯狂的。方雅琴不想再看到他再错下去，但是又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办？所以便一直站在这房间门外，果然就听到里面传来不对劲的声响。他拍打了几下门，但是里面没有人应。他连忙去书房找向以琛。二琛，念念那边出事了，你去开门看看。向以琛怔了一下，随即就拿过放在书桌上的钥匙，脚步匆忙的快速离开了书房。 往裴念的房间走去，他打开了门，看到裴念捂着小腹倒在地上，他的旁边是一张摔落在地上的椅子，刚刚就是碰到了这椅子，所以才会发出这样大的声响。裴念，你怎么样？向以琛将裴念从地上扶起来，看到他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水，他紧紧地捂着小腹。 痛的话似乎都说不出来，但是他依旧抗拒向以琛的靠近。你别碰我！对于他的抗拒，向以琛眸色晦暗，他不顾他的反抗，用手抚上他的额头，测探一下温度。方雅琴蹲了下来：“儿臣怎么样？念念他是怎么回事？是感冒发烧了吗？” 不是，向以琛将手拿开，裴念的脸色、唇色都苍白，但并非感冒发烧。他见他紧紧的捂着小腹，便又问：“裴念，你哪里痛？”小以琛，你别碰我，别碰！他此时此刻还用手抵抗着他的靠近。他就站在他的身边。 他都觉得窒息，他厌恶他的靠近。向以琛抿着唇，将他打横从地上抱起来，放开我！他几乎是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在挣扎，但是他此刻的身体因为疼痛，所以没有一丝的力气，所以他的挣扎又怎么会有作用？只是徒劳无功罢了。阿琛，你带他去哪儿？ 我去叫家庭医生过来，来不及了吗，吧我送他去医院。那我也跟着去。出门的时候，方雅琴匆,匆匆地找到了一个暖水袋，装满了热水，带上了车。向以琛在前面开着车，方雅琴陪着裴念坐在车后座，他被方雅琴抱着靠在肩膀上，小腹上也放着暖水袋。方雅琴觉得。 她是因为来大姨妈所以疼痛，因为她知道她曾经流过产，那里肯定和常人不一样，再加上之前在监狱里曾经受过四年的苦，她的身体本来就没有好好的得到过调理。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三十六集，他抱着他，帮他将额头上的冷汗给拭去。念念，你是不是来那个痛？裴念痛的几乎要晕厥过去，所以根本就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眉头越来越紧锁。方雅琴看着都觉得胆战心惊。阿琛，你快些，念念她不对劲。 向以琛回过头看了一眼，速度在不断的加大，几乎用车毁人亡的速度，终于到达了医院。裴念被送到了手术室，他和方雅琴在门外等候。过了许久，手术室的门被打开，女医生摘下口罩：“你们跟我来。”方雅琴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跟着医生去了他的办公室。医生，病人怎么样？ 女医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她脸色严肃的看着向以琛：“你是病人的什么人？”“丈夫。”她顿了顿，“我妻子怎么样？”女医生将手上的病历重重的扔在桌上，看向向以琛：“<么>你作为别人丈夫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只贪图自己享受，完全不顾及病人的感受？你们这些年轻人懂不懂事？” 女医生停顿了一下，冷着脸道：“病人有轻微的出血，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但是你记住了，近三个月内不得有房事。”向以琛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的说过。但是他一直低着头，抿着唇不语。他与方雅琴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依旧一言不发。方雅琴看了他一眼：“儿臣，我知道。” 你是爱裴念的，但是有时候，爱一个人不一定是要得到他。你这么伤害他，你自己心里好过吗？毕竟是那么爱的人，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你又何必狠下心去伤害他？向以琛还是没有说话。方雅琴叹息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开门进了病房。裴念还没有醒，他帮他将被子拉上来。 看着他的模样，有些心疼。他以为向以琛不会进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开了门进来了。裴念却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他看到向以琛还是很排斥，虽然并不激动，但是那种排斥却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哪怕他的排斥像是细而长的针一样，一根根的往自己的心里、身体上扎去。 但是向以琛还是一步步的向他走过去。裴念，他哑着嗓音道。裴念冷冷的看着他，滚。向以琛站在原地没有动。方雅琴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异常的气息在蔓延，两人对峙起来，下一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都是性子这么强硬的人。 裴念性子倔强成这样，他根本不懂得服软。像以琛那么对他，他会和他对抗到底，哪怕将自己也弄得遍体鳞伤，他都不会让他好过的。两人目前就是这样的状况。念念，是阿琛，他对不起你。你们两个都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裴念指着门口，大声道：“他现在谁都不想见。”向以琛却往床边走去，在他的反抗中，用手按住他的肩膀。方雅琴惊叫一声：“阿琛，你做什么？放开念念！他现在身体还很差，你别乱来，知道了没有？”向以琛态度强硬，附在裴念的耳边道：“我没想过要害你成这样，但是我不后悔。” 今天晚上所做的事，他的话还没说完，裴念就用力的往他的脸上打了一巴掌。他死死的瞪着他，禽兽。方雅琴担心情况会更加的严重，所以用力的拖着向以琛的身体，将他拉着往门外走去。阿琛，我们先出去，让念念休息。两人终于离开了病房，门被关上了。 将门外的两人阻隔了起来。裴念盯着门板看了许久，用手擦了擦眼角的眼泪。因为他的动作，所以牵动了手背上挂着的点滴。他将手放下，重新躺在了床上。医院的隔音效果还是挺好的，所以他没有听到门外向以琛和方雅琴的说话声。但是他知道，他们没有离开。 都在门外。他现在就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厉害，他就什么都不去想了，只想好好的睡一觉。躺下来不久，他便睡去了。门外的方雅琴和向以琛就站在走廊处。天气虽然渐渐的暖和了起来，春天也来了，但是在晚上，整个北城还是挺冷的。 他们就这样站在外面久了也受不了，而且两人出来的匆忙，都穿的不多。向以琛看了方雅琴一眼：“妈，我送你回去吧。”“别，还是留在这里照顾一下念念吧，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他现在应该睡着了，我送你回去，我再过来，你不用留在这里。”“还是我留在这里吧。” 方雅琴摆了摆手，你也不是不知道，他看到你情绪就激动，根本就不让你靠近。我看最近这几天，你还是离他远些吧，为了他的身体着想。向以琛眸光远眺，没有说话。隔了一会儿，他将门打开，看到里面，裴念已经在床上躺着睡觉了。妈，你进去吧。 别站在外面，你也进来吧。方雅琴担心他会被冷到，向以琛却摇头：“你进去吧，我去买包烟。”别吸那么多烟。方雅琴叮嘱后走进了病房。她先是去看了一下裴念，然后搬来一张椅子放在床边，再坐下来。 他以为裴念已经睡着了，但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却睁开了眼睛，眼神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望着他。念念，你是不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裴念不答，反问：“向以琛呢？他说出去买包烟。”念念，怎么了？裴念垂下了小脸，看了一眼手背上的针头，他忽然伸手拔下来。 方雅琴惊呼：“你这是做什么？你身体还没好呢！”裴念却没有理会他，将病房里放着的他的外套穿上，再穿上了鞋子。方雅琴忽然明白他要做什么了，他出声道：“念念<你>。”裴念的身体依旧很虚弱，但是他不可能放过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必须要强撑着离开。 他必须要离开向义尘，你不希望看到两败俱伤的局面吧？裴念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方雅琴便无话可说了。她只是担心他的身体。但是你现在，这有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你等会儿，我去看看阿琛在不在外面。方雅琴沉默了一会儿，道：“她先开了门，在门外看了一遍。” 并没有向以琛的身影。也许正如他刚刚所说的那样，他去买烟了吧？他明白裴念说的是实话，这有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而且他并不希望看到两败俱伤的局面。向以琛爱裴念，但是现如今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他，现在的他只会伤害裴念。像是今天晚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儿臣不在。裴念点了点头，拿上自己的东西便离开。他在来医院的时候痛得几乎晕厥过去，现在刚刚经过手术，挂了点滴，好了一些，但是他依旧觉得小腹疼痛，他走一步都异常的难受，但是他不能停下来。 因为他担心向以琛会回来，会发现他已经离开。他毫不怀疑向以琛真的会像是他之前所说的那样，为了让他永远留在他的身边，不惜限制他的行动。裴念离开了医院，站在门外等候着计程车。他本来是想给杨来打电话，让他过来接一下自己，但是又担心时间不早了，他已经睡了。 所以，最后还是打电话叫了计程车。现在时间不早了，医院外面也没有多少人了，只是对面有一些店铺还在开着门，还有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门口正走出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价气妻，前夫请自重。裴念匆匆的看了一眼，脸色一下苍白了起来。他低下了头，想借着夜色来掩护自己，但是明显他失败了，因为刚从便利店出来的向雨琛发现了站在医院门口的他。裴念，向雨琛叫了一下他的名字，发现了他的意图。 所以他正横穿马路往他这边走来，这个时候计程车远了，裴念拉开了车门就坐了进去。师傅，快开车！在向以琛过来的前一刻，车子终于从他的面前开进裴念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回去原先的住处，因为向以琛肯定会去那里找他的。他今天晚上。 只能先找个酒店住下，以后再做打算。但是他知道自己今天晚上离开了，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和向以琛有任何的牵扯，他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不会和他生活在一起。姑娘去哪儿、啊？裴念报了北城的一家酒店名字后，手机响了，他不用看都知道是谁打来的，所以他想也不想的。 就将电话给挂断了，然后关了机，将手机卡从手机上拔了下来，扔在车窗外。后面那辆车是不是找你吗、啊？司机道。裴念觉得眉心重重的一跳，往车窗外看去，一辆熟悉的路虎在后面追着他们这辆计程车。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向以琛竟然会开着车追出来。不用管他。 司机，你开快些。裴念道。司机点了点头，又往后面看了一眼。他这么追过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要不然停下来让你们谈谈。我说不用了，我不认识他。你开快些，将他甩开就可以。好。司机果然加快了车速，但是在后面追着的向宇琛，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步步紧逼。 裴念恨透了向以琛这样的逼着自己。他想，过了今天，他会带着佳佳离开北城的。这座城市给了他太多的不堪，太多的磨难，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奶奶的话，他早就已经和佳佳离开。计程车司机始终没能将向以琛摆脱。无论他开到哪里去，向以琛。 都紧追着而去，但是过了一会儿，裴念再往外望去的时候，向以琛的车子却不见，司机也以为自己摆脱了他。我说我的技术无人能敌，现在姑娘、啊，他被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所以姑娘，你不用再担心了。裴念笑了笑，谢谢。他是真的以为向以琛没追上来，刚松了一口气。 却没想到他的车会从旁边忽然冒出来。他本来想要开车挡在他们的前面，但是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么突然。他还没有开车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一辆车就迎面开了过来，然后来不及刹车，两辆车“砰”的相撞在一起。裴念只听到天空中划过刺耳的声响，他目睹着车祸就在自己的面前发生。 他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来不及思考。司机早已经将车停了下来，他站在一边打电话报警。裴念回过神来，跌跌撞撞的下了车，往事故现场跑去。向以琛被卡在车里面，他想要靠近，但是却被人阻拦。哎，先别过去，那边不知道什么情况。他的身体机械的在挣扎。 面前闪过许许多多的画面，耳边更是各种声音汇在一起。他最终晕厥过去，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裴念已经在医院。他晕厥前的记忆是在路上，向以琛的车和别的车撞在了一起。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三十七集，他掀开了被子坐起来，杨来递给他一杯水，他没有接过，只是抬头望着他。向以琛呢？杨来的脸色并不好，还在动手术。刚刚警察那边过来了，是他的车没走在规定的路线，他负全责。裴念没有心思听这些，将水杯放下来，他从床上起来。 杨来扶着他：“你去哪儿？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好，多睡一会儿吧。”说实在的，要不是向以琛出了车祸这事，他都不知道裴念因为身体的原因还住院了。裴念没有说话，开了门往外走去。外面天刚开始亮，这一夜发生了这么多事，一大堆人守在手术室门外，向老爷子。 方雅琴、向家的其他人，还有向以琛的那些朋友，方雅琴哭的眼睛都肿了。向老爷子则一直阴沉着脸，看到裴念过来，他气呼呼的指着拐杖对着他：“你过来做什么？”杨澜也跟着他过来，知道现在这情况，要是裴念过去的话，向老爷子肯定不会放过他。先不说他之前就不接受他。 现在向以琛出了这么大的事，而且是因为追他出去的，所以他看到他情绪怎么可能不激动？念念，你先别过去。杨来拉着他在一边，裴念没有挣扎，远远的站在一边。手术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没结束？杨来担忧的说了一句。裴念望着他：“我昏迷了多久？三个小时左右。” 原来向影琛在手术室也三个小时了。杨来拉着裴念的手，轻声道：“他会没事的，你别担心。”裴念低下头，半晌了，才轻声道：“来兰。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怎么办？”杨来一怔，一时之间什么话都说不上来，只有重复着一句话在安慰他。 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有事的。裴念依旧没有说话。杨来无意中望向手术室那边的时候，发现手术室的大门已经打开，参与手术的医生和护士都出来，向家的人正着急的上前去询问情况。手术结束了，裴念想上前，但是杨来担心向家的人看到他会没有好脸色，会伤害到他。 所以拉住他的手腕，你先别过去，先回病房，我帮你去打探一下消息。裴念没有动，杨来便用力的将他拉了回去。他担心他会偷偷的跑出去，所以在离开病房的时候，嘱咐顾逸辰将他好好的看住，别让他走出去。杨来到了手术室，但是向以琛已经被推到了病房。他先是过去病房看了一下。 里面有人正陪着他，但估计向老爷子和方雅琴都被叫到主治医生办公室去了，所以他们都没有在这里面。他询问了人，找到了主治医生的办公室，门并没有关上。他站在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他们果然在这里。杨来当然不可能就这么走过去，他只能站在门口来观察一下情况。 看看能不能知道向以琛现在是什么情况。杨来听到方雅琴着急的声音：“医生，我儿子究竟会怎么样？他没什么事吧？他什么时候能醒来？”医生的声音随后也从里面传出来：“向先生没有生命危险了，很快也会醒过来。但是由于强烈的撞击，造成他脑后有血块，而血块压迫了他的神经。” 可能他的视力什么意思？这次是一道苍老的声音，是向老爷子的。在医生还没有说完，他就紧张的、着急的询问了出来。也就是说，向先生会失明。至于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这个现在还不好说。我们医院也会尽力医治他的眼睛。不可能。 方雅琴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二辰不会失明的，二辰的眼睛不会看不见的，我不相信。”他上前握住医生的手：“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他的眼睛不可以有事的。他现在还这么年轻，他还有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他不能这样的。”说到后面，方雅琴已经泣不成声。 向夫人，您别这样，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杨来听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住了。原来向以琛因为那场车祸失明了，怎么会这样？ 他有些茫然地往回走，开了裴念病房的门。顾一辰看他的脸色不对，上前道：“怎么样，向以琛？向以琛是什么情况？”裴念此刻也正看向他。杨来真觉得这件事就是噩耗来的，所以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出来。怎么说？当时向以琛也是因为出来追裴念，所以才会发生车祸的。向家一定会将事情。 都归结在裴念的身上，而且估计裴念自己也会这么想。顾逸尘觉得不对劲，到底怎么了？杨来看了他们两个一眼，这才慢慢的出声道：“刚刚我去了向远春的病房，他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医生说他因为脑神经被血块压迫，所以会失明，而且暂时还不知道。” 他是永久性失明，还是只是暂时的？所以，裴念的脸色一下子苍白的没有丝毫的血色，连眼神都变得空洞起来。杨来着急了，急忙道：“念念，你别这样，他应该只是暂时性的失明的。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而且以向家的能力，一定有办法将他医治好的。”但似乎裴念没有听到他所说的话。 他一直没有从刚刚他所说的那个消息当中回过神来，杨澜和顾逸尘面面相觑，然后他走上前，右手在他的眼前虚晃了几下，“念念，你别吓我，你没事吧？”裴念脸色越来越苍白，但终于伸出手抓住他的手了，“我没事。”他将他的手松开，掀开了被子。 我去看看他，你先别去。杨来伸手将他拦住。那边现在肯定情况混乱，而且向以琛也没有这么快就醒来，你过去没有用，还是等等再去好吗？但是裴念摇了摇头，他穿上了鞋子就往门外去。顾以晨和杨来自知拦不住他，所以只能跟在他的后面追过去。向以琛的病房确实如杨来所说的那样。 情况混乱，只是他们都是站在门外，个人的脸色各异，但看样子向以琛确实还没有醒过来。念念<年>，杨来赶过来，刚要拉住裴念，但是他已经往病房那里走去了。陆以琛摇摇头，别拦他，让他过去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可能肯安心的待在病房里的，而且。 他觉得向以琛是因为他才会出事的。裴念已经去了病房，站在门外的向老爷子看到他过来，用拐杖怒指着他：“你过来做什么？给我滚！马上滚！永远不要再出现在阿珍的面前！”他因为向以琛要失明的事情被打击的心力交瘁，所以霎时间好像苍老了几十岁一般。 所以此刻见到裴念，自然是激动的不行。裴念轻声道：“我想进去看看他。”“不用你在这里假惺惺的，滚！”向老爷子的脾气向来都是十分的火爆的，所以见裴念不但没有走，甚至还说要见向以琛，他怎么可能不生气？当下就用手中的拐杖来驱赶裴念：“你们还在干什么？还不将他赶走？” 向老爷子瞪着身后的人，向家的保镖立刻上前：“裴小姐，请你先离开，别让我们难做。”裴念好像没有听到他们所说的话一样，依旧站在原地，还重复着刚刚的话：“我想见见他。”你现在来这里装什么好人？裴念，阿琛这一辈子就是被你害了，你还想怎么样？ 向老爷子气得不轻，年纪大了，所以血气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差点就晕厥在地上，幸亏旁边的人及时将他给扶住。老爷子，您别冲动！向老爷子挣脱开别人扶着他的手，拿着拐杖上前去打裴念，大家上前阻止，混乱中，裴念被推得跪在了地上。 看到裴念跪在地上，有人想将他拉起来。向老爷子因为生气，所以胸膛正在剧烈的起伏着。他指着裴念，冷笑道：“那你就跪在地上，裴念，你就是跪一辈子，你都不能换回阿辰的眼睛。他真是瞎了眼，会爱上你这么个女人。如果你真的觉得愧疚的话，裴念。” 要不你将你的双眼挖下来给阿琛。杨来及时赶到，挡在裴念的面前。向老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也不好过。裴念心里不比你们好受，所以请你冷静一下好吗？杨来说完就想将裴念从地上拉起来，但是裴念并没有动，因为向老爷子一直都很激动，所以旁人也担心他会出事，便劝着他。 老爷子，先回去吧。少爷这边我们会照顾好的。再说，您也要回去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才能将少爷给医治好，是吧？向老爷子终于被人带着离开。杨来还是用力地拉着裴念的手。念念，你起来，你别跪在这里。你跪在这里有什么用？你别听向老先生胡说八道。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你没有错，那只是个意外。 向以琛的事情，谁都不想造成这样的结果，和你无关。兰兰，你先走吧，别管我。裴念终于开口说话了，但是声音却是有气无力的。他是恨向以琛那么对自己，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向以琛的事情，怎么能说和他没有关系？向老爷子有句话说对了。 向以琛认识他真的是瞎了眼，也真的是他这一辈子最不幸的事情了。如果没有认识他，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他哪怕游戏人间，哪怕怎么样，都好过承受这些。杨兰也难受的要哭了，她蹲了下来，用手抱住裴年。可你跪在这里能起什么作用？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的。 起来吧，好不好？我求求你了，顾雨辰，你过来，帮我把他拉起来。你们别管我，我求你了。杨来见不能将他从地上拉起来，着急之下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走到了一边，拿出了手机，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眼角的眼泪，然后拨通了一个号码。杜志廷，裴念在医院，你赶紧过来一趟。 陆少婷愣了一下，他怎么了？杨来往裴念那边看了一眼，将事情简短的交代了一下。挂了电话，他回到这边来。顾逸尘看了他一眼，你刚刚去给谁打电话了？杨来笑声道：“陆少婷你怎么给他打电话？”顾逸尘皱眉，那现在能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自己给陆少廷打电话，这举动到底对不对？但是他不能看着裴念一直跪在这里。向以琛在短时间不会醒过来，难不成他要一直跪到他醒过来？那样他身体能承受得住吗？陆少廷接到杨来电话的时候，正和佳佳在餐厅吃着早餐。昨天晚上，李嫂得知佳佳在陆少廷这边。 特地早上早早过来给他做早餐吃的。佳佳已经许久都没有吃过李嫂做的早餐了，所以吃的特别多，觉得特别的香。虽然杨来在电话中并没有说得很详细，但是他也知道出事了。昨天晚上，佳佳被人送到了他这里来，打裴念的电话他也不接。后面虽然接通了，但是他的情况并不对劲。 只是他有什么事，一向不会对他说的，所以昨天晚上他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三十八集，杨来在电话中的语气挺着急的。 他大概的将事情给说了，他才知道向以琛昨天晚上出了车祸，而且人已经瞎了。向家人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裴念的身上，而陆少婷实在太了解裴念，出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心里肯定充满了愧疚，也会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就如现在，杨来说。 他就跪在了向以琛的病房门外。爸爸，你怎么了？怎么不吃了？佳佳看陆少婷站了起来，疑惑道：“佳佳，爸爸有点事要出去一下，一会儿让李嫂送你去幼儿园，你要听话，知道了没有？”好。佳佳想了一下，这孩子总是特别的敏感。爸爸，是不是妈妈出事了？ 陆少廷并不愿意他这样的敏感，他并不想他想的太多，因为这不是他这个年纪所能承受的事情。他该是无忧无虑的。他用手揉了一下他的长发。不是，是我有点事。你乖乖听话的话，我答应你，晚上呢，带妈妈过来见你。我会听话的。佳佳立刻道。 陆少廷穿上外套，又吩咐了一下李嫂将佳佳送到幼儿园，这才出门去了。他担心裴念会出事，所以车速也放得很快。到了医院之后，他给杨来打电话，确定了一下情况。从杨来的嘴里得知，裴念现在还跪在地上不肯起来。他匆匆的到了住院部，在一间高级病房的门口，发现了裴念的身影。 他就跪在地上，而杨澜和顾逸尘就站在他旁边，看样子他们都在劝着他，但是他都是无动于衷的。杨澜先发现陆少廷的，他还吃了一惊，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就赶到。他以为刚刚他问自己具体方向的时候，只是还在路上而已，而这么快就赶到了，他的车速到底开得多快啊？ 杨来觉得他与顾逸辰都不能将裴念拉起来，那就只能求救于陆少廷。无论陆少廷要怎么做，但是他觉得他总有办法不让裴念一直就这样跪在这里。杨来知道他心里愧疚，但是这样有用吗？一直跪在这里，向以琛的眼睛就会好起来的吗？一直跪在这里，向家人就会谅解他的吗？ 裴念大概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所以他并没有发现陆少廷正向他走来。等他有所察觉的时候，陆少廷已经将他从地上抱了起来。他就是用这么直接的方式将他带走。陆少廷，你放开我！裴念反应过来就是挣扎。你需要休息。陆少廷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并没有理会他的挣扎，只是将他抱着离开。我不需要休息，我的事情和你无关，你最好放开我。他的力气在陆少廷的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起，这个男人一直抱着他离开，进了电梯，到达了地下停车场，朝他停着的车子旁边开了车锁，将他塞进了副驾驶座。 裴念想离开，他又强势的将他按了回去。别乱动！你让我走，陆少廷，我的事情你管不着，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走开！裴念之前像是将死的人一般，死气沉沉的，但是陆少廷将他抱走，他则奋力的挣扎，大力的大喊，好像要将心里的一切不快都呐喊出来一般。 你的事情，我管定了。陆少霆按住他的身体，又弯下腰去帮他将安全带给系上，然后当着他的面将车门给关上，根本就不给他一点点逃离的机会。他用手去抠车门锁，但是他关上门的时候，他就将车门锁给锁上了。他的举动，他太熟悉，完全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 所以早就已经防备好了。裴念打不开门，就用手去拍打着窗户，拍打着门。而陆少廷则很快就上了车。他想趁他上车的时候离开，但还是被他按住了身体。陆少廷，你松手！他冷眼的看着他将门给关上。你现在是我的什么人？我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情？你顶多就只是我的前夫而已。你打开门，我让你打开门，你听到了没有？无论他怎么挣扎，他怎么说话，陆少廷好像都没有听到一般。最后，他忍不住往他的脸上甩了一巴掌。狭小的车厢内一下子就响起了清脆的巴掌声。这道声音让两个人都怔了一下。 陆少廷的侧脸很快就出现了清晰的巴掌印，红彤彤的，可想而知黑念的这一巴掌用的力气有多大。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就动了手。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开门。陆少廷转过头看着他：“打够了吗？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陆少廷。 陆少廷将车子开出了地下停车场，并没有转头看他。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那你就打，随便你打，你能发泄了怒火最好。他已经说了这话，裴念此刻真的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无论他怎么做，陆少廷都不会放他下车的，所以也就没有再挣扎。 只是想到向以琛瞎了的事实，他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向老爷子说：“都是他，害得他变成那样的。”是的，也许他说的没有错。向以琛认识他，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灾难。如果没有他，他就能好好的。想到这儿，他的眼睛有些酸涩。 用手去擦拭了一下眼角，但是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没有哭出眼泪来。在路上的时候，他靠在椅子上，脑袋也觉得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慢慢的闭上了双眼。一直到陆少廷将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他也还没有醒来。陆少廷知道，他昨天晚上睡得并不好。 所以没有将他叫醒。车子停下后，他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小心翼翼的将他从座位上抱了下来。因为抱着裴念，所以陆少廷是按了门铃的。李嫂已经将佳佳送去了幼儿园，现在出来开门，看到他怀里的裴念，他愣了一下：“裴小姐。”陆少廷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李嫂立刻明白过来了，她点了点头。等他进来后，将门给关上，随即又快速的上楼，打开了房间的门，收拾了一下床铺。陆少廷将裴念放在了床上，拉好被子。离开了房间之后，打了电话，叫来医生过来这边。他知道裴念的身体不行，坐在车上睡过去。 并不仅仅是他太累的原因，很大的缘故是因为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所以他需要叫医生过来看看情况。打了电话之后，他就吩咐李嫂给裴念做些清淡的、容易入口的食物。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 前夫，请自重。裴念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在的房间很熟悉。这房子曾经是他的，这个房间他似乎也住了很久，所以当然熟悉。他的手动了一下，才发现手背上挂着点滴的。他皱了皱眉。 看来陆少廷叫了医生过来看他了，只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睡着了。他动手将手背上挂着的点滴给扯掉了，然后掀开了被子，下了床，连鞋子都没穿就离开了房间。陆少廷正在楼下的客厅坐着，见他下来，他愣了一下：“怎么不多睡一会儿？”他走过来，抓起他的手看了一下。 脸色立刻就变了。你将针头扯开了。裴念拿回自己的手，我没事。陆少廷冷声道：“晕倒了也叫没事？和你无关。除了这句话，你还会说些什么呀、啊？”陆少廷的声音隐隐带着怒气。今天从见到他，将他带回来。 他就一直在说这句话，似乎是在提醒他，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但不用他说，陆少廷也知道，他顶多就是他的前夫而已，算得了什么？也就是自己放不下他而已。李嫂不在，这房子就只有他们两人。裴念收拾了东西，想要离开。 但是被陆少廷强行拉到了餐厅，坐下来，你需要吃点东西。我不想吃。陆少廷的态度依旧强势。裴念，你别和我耗，我有的是时间。裴念冷眼看着面前的男人，陆少廷，这样有意思吗？陆少廷没有回答他，只是将他按在了椅子上。 他要起来，他就继续按下去。恼火不已的时候，大门被打开了。李嫂手里拿着佳佳的书包，已经将她接了回来了。佳佳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裴念，她欢快的跑过来：“妈妈，你怎么来了？”陆少廷微笑：“你妈妈专门过来陪你吃饭的，真好。” 佳佳就在裴念的旁边坐下来。妈妈，是真的吗？裴念沉默了一下，用手揉着佳佳的头。嗯。陆少廷在他们的对面也拉开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我去厨房端菜出来，我早就做好了。李嫂笑道。裴念愣了一下，他现在这样的情况。 肯定暂时还不能让佳佳回到自己的身边的。他看着佳佳，用手揉了一下她的长发。佳佳，先住在爸爸这边好不好？妈妈现在有些事，所以暂时还不能带你回家。等妈妈将事情办完了，就带你回家，好吗？妈妈，你有什么事？佳佳疑惑道。 我回家你就不能办事情了吗？裴念愣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佳佳才好。这个时候，陆少婷过来将佳佳抱了起来。佳佳听话，暂时呢先住在我这边，迟点妈妈就会过来接你的。好吧，有陆少婷的劝说，佳佳果断就点头答应了。虽然她心里还是有疑惑。好了。 李嫂在花园那边种花，你过去看看。她说希望你去帮帮忙。陆少婷将佳佳放在了地上，出声道：“那我过去了。”佳佳一向对这些比较感兴趣，闻言大眼睛立刻就闪亮了起来，注意力果然被成功的转移开了。他在储物柜里找到了自己平常用的小铲子，然后往花园。 去找李嫂去了。裴念知道，陆少廷想是在帮自己，所以才会对佳佳说那些话。说实在的，要不是他刚刚说了那些话，恐怕佳佳一定要刨根问底的，因为他觉得他最近实在太奇怪。他担心出了什么事。可是裴念要怎么对佳佳说这些事呢？他还那么小。 谢谢。裴念轻声道。陆少廷拉开了餐厅的椅子，在他的对面坐下来。谢什么？谢我刚刚说的那些话，让佳佳不再追问你的事情？嗯。裴念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道：“佳佳先放在你这里一段时间，我到时候再过来接她走。”陆少廷沉默了一下，看着他道。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裴念？你要明白，向以琛的事情就是个意外，别将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去，懂了没？意外，那又怎么样？就算是场意外，可还是和他脱不了干系的意外。陆少廷看裴念，显然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他便又出声：“裴念。” 只是没有等他将话给说出来，裴念已经从位置上站了起来。陆少廷愣了一下：“你去哪儿？”“我有事。”“去医院。”陆少廷想也不用想就猜得出来。裴念不说话，只是一个人往门外走去。陆少廷拿起茶几上的车钥匙，追上他，拉住他的手腕。他反应很激烈。 陆少廷，你又想做什么？我说了我的事不用你管。就算你要去医院，我送你去，我不拦你，行了吗？陆少廷的口气有些无奈。裴念在花园和佳佳说了再见之后，最终还是上了陆少廷的车，因为这边确实没有什么计程车，往常都难以拦到车，现在是傍晚了，更是困难了。 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三十九集，医院顶层高级 VIP 病房，向以琛终于醒了过来。他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只知道现在还没等他睁开眼睛。 他就觉得浑身疼痛的厉害，似乎哪里随便动一下都痛得很。他听到了耳边有人在说话，是他母亲方雅琴的声音。他在不断的询问他情况怎么样。向以琛觉得脑袋沉重，痛得很。他摇了摇头，睁开了眼睛，但面前一片漆黑，他什么都看不见。儿臣，你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我去叫医生过来看看？妈，为什么不开灯？向以琛哑着嗓音道。方雅琴沉默了许久，声音带着哭腔：“阿琛<臣>。”向以琛是何等聪明敏锐的人，马上就觉察到不对了，但只是他不想相信这个事实而已，所以也不愿意深入去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你先去把病房的灯给打开了。向以琛感应到了，周围似乎还有许多人，但是都没有说话。儿臣。方雅琴哭了出来。病房里开着灯，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向以琛的声音一下子着急起来，他甚至伸出双手在自己的面前摆动，他看不见自己的手。 看不见病房里的东西，看不见方雅琴。妈，这怎么回事？方雅琴连忙拉住他的手腕：“阿琛，你不要这样，你不要着急，医生说会好的，你只是暂时这样而已。”什么会好的？向以琛大声质问道：“我到底怎么了？”方雅琴看到他这样，难受极了。 几乎就泣不成声。儿臣，你的眼睛失明了？不可能！这是向以琛的第一反应。他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失明的，他怎么都不相信的。他现在的反应，方雅琴早就料到了。像是向以琛这么骄傲的人，真的宁愿自己没有一条命，也不愿意自己瞎了。 因为他觉得瞎了的他就像是一个废人一样，而如同废人的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用？向以琛从床上站起来的时候，跌跌撞撞的，他还没也不想适应黑暗的世界，所以碰到了旁边的很多东西。病房里站着的人赶紧都靠了过来，想要将他扶好，但是向以琛的力气很大。 都将他们的手给挥开，滚开！别碰我！我没瞎，我不可能会瞎的。他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自己已经看不见了这个事实，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何况像是他这样的天之骄子。阿辰，你不要这样好吗？医生说这不是长久的，只是暂时的。 只要你脑子后面的血块散去，没有再压迫到你的神经，这样你就能恢复视力的了。你相信吗？你千万要冷静，千万不要想不开。如果血块一辈子都散不了了呢？是不是代表我要做一辈子的瞎子？是不是代表我就是个废人了？不会的，不会的。方雅琴连忙否认：“你一定会好的。” 你爷爷也一定会想办法将你医治好的，真的。此刻，方雅琴除了这么安慰他，这么安慰自己，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哼！<laughs> 向以琛发出冷笑，这声音让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向以琛从今天开始就是个废人了。二琛<臣>，你们都出去。 出去！向以琛什么话都不想听，这些所谓的安慰的话听着好听，可是能起什么作用？他不需要这些话。他忽然暴躁起来，让屋内的人都吓了一跳。方雅琴只好摆摆手：“你们都先离开这里吧，我来陪他就行了。”等人都离开了之后，方雅琴靠近。 重新握着向以琛的手，阿琛，你千万不要丧失信心，这真的只是暂时的，不会是永久的。暂时的，要暂时多久？向以琛冷声问道。方雅琴被他的话问的一愣，他此刻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暂时到底是多久。 这个暂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他不能肯定，向老爷子不能肯定，甚至连医生都不能肯定。会不会在我死的前一刻才能恢复光明？方雅琴心里很是悲哀，她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向以琛这么的悲观的。二琛<臣>，还念呢。向以琛忽然话题一转。 裴念在哪儿？他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了我瞎了的事情？所以现在他觉得自己自由了，逃得远远的了。他是不是也认为我不可能再看得见了？二臣，你别这么说，念念，他不是这种人。发生这种事，他也不想的，这是个意外。意外。向以琛忽然冷笑道：“哼。” 这个意外来的真是好啊！最起码对裴念来说，这真是件好事儿，是吗？他终于可以摆脱我了，终于可以不用再留在我的身边了。二琛，方雅琴的声音也僵硬了起来。我早就说过了，让你放手的。勉强在一起，对你们俩都不是一件好事。是你自己在执迷不悟。 是你不肯松手。如果那天晚上你没有追出去的话，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先是伤害了他，又妄想用囚禁的办法将他留在身边。所以，这就是对我的报应，对吗？向以琛接过了他的话。方雅琴正在原地。你也出去吧。向以琛指了指门外的方向。 二琛出去，我想一个人静一下。向以琛抿着薄唇，声音越来越冷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自从向以琛出事后。 方雅琴已经将眼睛都哭肿了，好不容易得知他能平安活下来的消息，但是下一刻，却又传来了他瞎了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以琛不愿意自己留下来，他只能先离开病房。也许他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他希望他能尽快的振作起来，他真的害怕他从此一蹶不振了。 方雅琴离开了病房，也并不敢走远，因为她担心向以琛出事，所以就在病房的门外等候，却看到裴念走了过来。他一个人过来的，身边并没有其他的人。方雅琴庆幸,幸现在向老爷子不在这边，要不然的话，肯定又会将他赶走的。等裴念在自己的面前站定，方雅琴开口道：“念念。” 你怎么来了？他怎么样了？裴念的眸光往紧紧关着的病房看了一眼。方雅琴知道他所说的是向以琛，已经醒过来了，刚刚醒过来的。方雅琴心酸的叹气，平常那么骄傲的孩子，肯定是一时接受不了自己眼睛看不见的事实的，所以刚刚就很暴躁。 将病房里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现在一个人在里面。裴念想起往常的向以琛，很难想象他看不见会是怎么样的。他眉心之间全是灰败的神色。对不起，方雅琴摇摇头道：“这和你没有关系，这或许就是阿琛的命吧。谁叫他妄想得到？” 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感情这种事，真的是不能强求的。他要是那天晚上在你从医院离开的时候，没有开车去追你的话，又怎么会发生车祸？他要是能早就放得下的话，现在他就可以很好的生活了。裴念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向以琛都遭遇了这些事。 范雅琴原来还是没有怪自己。要是任何一个母亲，恐怕现在都已经失去了理智。这样明事理的一个女人，难怪当初向以琛的父亲那么的爱她，为了她不惜和自己家里反目，也要和她在一起。可裴念却宁愿她此刻对自己的态度严厉一些，哪怕是他能够责怪一下自己都好。这样，起码他的心里。 或许都还觉得好过一些，但是方雅琴却没有。方雅琴忽然想起裴念的身体，这两天因为阿琛的关系，所以我也没有怎么去管别的事。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好多了，那就好。方雅琴轻轻的点着头。裴念往病房门口走去，我进去看看他。方雅琴将他拦住。 别去。他顿了顿，脸色有些难看。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你进去的话，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我怕他会伤害你。他原本也以为向以琛无论怎么样都不会伤害裴念的，但是经过那一个晚上，他才知道，并不是他所想的那般。向以琛原来在被逼到极致的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 而且现在他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所以担心他见到裴念会更加的激动。没事的，裴念并没有多说什么，用手拧开了门把，走了进去。范雅琴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因为他已经开了门，并且往里面走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没了视力，向以琛的听力特别的好，他们的动作和脚步都很轻。 但是他却一下子就发现了，他并没有好好的休息，就坐在床边，听到声响，立刻皱起了眉。谁？我不是说了，我要一个人休息，不管是谁，马上给我出去。方雅琴朝裴念暗暗的摇了摇头，想要他跟着自己出去。至于他们的事情，还是等向以琛冷静一些再说吧。 至少要等他完完全全接受了自己看不见的事实之后。但是裴念也是个性子倔强的，并没有听他的话，而是开口道：“是我。”向以琛对他的声音太熟悉了，所以一下子就认了出来。他冷冽地勾起唇角：“裴念，你终于出现了，你怎么不继续躲了？”我没有想过躲。 没想过，向以琛笑了。你骗谁呢？方雅琴见他这样，立刻出声：“阿琛，你不要这么激动。念念真的没有想过要躲。他的身体你也知道的，他现在好起来，不是第一时间就过来了。而且当时你在手术的时候，他也在旁边的，只是你爷爷阻止他靠近而已。” 方雅琴还想多说些什么，但是向以琛已经出声打断了：“妈，我不需要你为他解释，你先出去。”向以琛这话明显是对方雅琴说的。阿琛，而方雅琴显然是不愿意的，因为她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想要留在这里。到了最后，要真有事的话，她起码还能出手去阻止。 别到时候做出两人事后都后悔莫及的事情。出去，我有话和他说。向以琛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冷冽，好像他知道了自己看不见的事实之后，他的脾气就一直这么坏。正如裴念刚刚所说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躲。他和向以琛的事情，怎么也要两个人来面对。 旁人留下来又怎么样？他不需要别人的插手。阿姨，你先出去吧。裴念也出声道：“念念，方雅琴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也让自己出去。他难道就不担心一会儿出事吗？”我没事的，你放心。裴念朝他露出了一个安心的微笑。再说了，也不会有什么事。 但是，裴念轻声道：“出去吧，很多事情我总要面对的。既然这样，方雅琴也不得不出去了。但是她还是很不放心，所以在走出病房门之前，握住裴念的手：‘你小心点，我就在门外，有什么事就叫我。’好。”方雅琴看到他点头。 这才慢慢的走出了病房，但为了能让自己看到里面的情况，所以他故意将门打开着。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四十集，原本以为向以琛不知道的。 毕竟他现在是看不见的，但是没想到他前脚刚刚走出病房，向以琛后脚就吩咐把门关上。还没等方雅琴反应过来，裴念就将门给关上了，阻隔了一切。向以琛这才朝裴念这边招了招手：“裴念，你过来。”裴念听话的走了过去，在他的面前站定。 神色没有一丝的慌张，似乎早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要去面对的，也知道慌张起不到一丝的作用。向以琛忽然伸手想要去抓裴念的手，但是他抓到的是空气，他看不见，就连裴念的手都握不住了。裴念将手放在他的面前，他才感受到，然后握住。裴念。 我看不见了。我知道，是你害我变成这样的。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你知道吗？向影琛的眸子原本是一双桃花眼，无论是形状还是眼神，都十分的勾人心弦。但是现在他看不见了，所以他的眼眸里再也没有往日的神采，有的只是空洞，没有一丝的光芒。 依旧美丽的眸子，但是没有生气，一点生气都没有。裴念看着他无神的双眸，心脏的位置一阵紧缩。我知道，你知道，你除了会说这三个字，你还会说什么？向以琛忽然加大手上的力道，将他的手紧紧的握住，像是发泄一般。裴念，我妈说。 都是因为我学不会放手的缘故，所以这是老天给我的惩罚。你觉得呢？裴念没有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向以琛听不到他的声音，就觉得没有安全感。向以琛，对不起。对不起。向以琛嘲笑道：“哼，<laughs> 对不起有任何的用处吗？” 你说了句对不起，我的眼睛就能看得见。裴念的声音颤抖，你想我怎么样？我要你留在我的身边，哪里也不能去，一直到我能看得见为止。你愿意吗？裴念沉默。向以琛冷笑道：“虽然眸子看不见，但是嘴角的那么笑容也足够寒冷。怎么，不愿意？” 我还以为你多少会有些愧疚，但原来你都是骗人的。既然这样，你何必假惺惺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既然已经瞎了，不是已经让你称心如意了才对，你就可以远远的逃离我了，不是？我说过，我没想过要躲。裴念出声道：“向以辰，这样的结果，谁都不愿意。”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是我欠了你的，所以你放心，我会留在你的身边的。只要你的眼睛没好，我就不会离开。这样可以了吗？对，这就是你欠我的。向以琛阴森森的笑，所以你必须偿还。我要是一辈子都是个废人。 那你就留在我这个废人的身边一辈子好了，就算你觉得痛苦，你也逃不开、躲不掉。裴念，我要你发誓，发誓在我的眼睛看见之前，都留在我的身边，发誓和陆少霆断了所有的联系，就拿佳佳来发誓。向以琛顿了顿，道：“裴念，立刻皱眉，我们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牵扯到佳佳？” 你不敢，还是你觉得我现在看不见了，也就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了？一边说留在我的身边偿还自己所亏欠我的，一边又打算和陆少廷偷偷在一起？向以琛，你何必说的这么不堪？我可以发誓，但是我不会拿佳佳发誓。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打算遵守。 既然你最在乎他，你就拿他来发誓。既然你觉得自己不会违背誓言，你担心些什么？裴念没想到现在的向以琛会变得这么的不讲理，而大概是因为两人之间的争吵实在是太过于激烈，所以在门外的方雅琴都已经听到了。他担心出事，立刻开了门进来。怎么了？一进来他就感觉到气氛的怪异。 他看着两人，有话好好说，别吵起来。裴念深深的呼吸一下，让自己冷静下来，走到向以琛的旁边，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我发誓，在你的眼睛还没好起来之前，会留在你的身边。如果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让我不得好死。满意了吗？” 很好，向以琛终于点头道：“佩年，希望你记住自己所说过的话。要是在我的眼睛没有好之前，你就离开了我的话，不但你会出事，佳佳也会跟着你一起出事。”向以琛，他无论怎么样，还是要牵扯上佳佳，因为他知道，在他的心里。 佳佳才是最重要的，他可以没有自己的命，但是却舍不得佳佳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可此刻，裴念的怒气并没有让向以琛改变主意，而方雅琴则看着这两人，无言以对。他有一种感觉，这两个人将会互相折磨对方，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自从上次在医院答应了会留下来之后，裴念就真的留下来了，住在了向家，但是并没有住在向以琛的房间，他住在客房，那房间让他有种阴影。 所以他不会住在里面，甚至连再踏进去一步，他都不愿意。向以琛现在还需要住院，因为他的伤势并没有完全好起来。每天裴念都会和方雅琴去医院看他，但是自从眼睛瞎了之后，向以琛就变得越来越暴躁，性格越来越偏激，总是动不动就发火、动怒，任何一点点的事情。 只要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大动肝火，所以病房里经常会有东西摔碎在地上所发出的刺耳声。那是向以琛将房间里的花瓶、桌子上放着的碗筷，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摔在地上的声响。他似乎更加离不开裴念，只要裴念走远一点，或者去了哪里的话，他的怒气就更加的严重。 连负责这病房的护士，好几次都被他的怒火给吓到了。这病房虽然是高级病房，却没有几个护士愿意上来。而向以琛看不见，但是除了裴念和方雅琴之外，又不愿意让别人碰他，所以这段时间以来，都是裴念和方雅琴陪着他，照顾着他的。而那些护士，则是能躲得多远就躲得多远。 只要没有必要，都不愿意靠近这病房。曾经的翩翩公子，而现在则变成了这样，让人也不禁唏嘘。这天，裴念从家里过来，端着佣人煮的东西，还没靠近，远远就听到了东西摔碎在地上的声响。那些护士还被赶着从病房里逃走了。裴念就知道，向以琛又动怒了。 刚刚他在来医院的路上，就接到了护士给他打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说夏以琛又在摔东西了，里面的人都从病房里出来后，恨不得马上逃离这边，跑得远远的。但是裴念却发现有一个身影站在窗边，他似乎没有动，也并没有像是其他人那样的逃跑，他有些疑惑。 又觉得那背影挺熟悉的，所以便靠近了。本想看看这人是谁的，但是没想到他却先转过了身。裴念愣了一下，竟是莫书听。自从和向以琛离婚就消失了的莫书听。裴念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 很多人都说，墨家大小姐因为和向以琛离婚，受了情伤，便离开了这座让她伤心欲绝的城市，去别的地方疗伤去了。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她都没有出现，大家也都没有她的消息，都以为她暂时是不会回来了。但是没想到，她竟然又回来了，而且还出现在向以琛的病房门前。 是因为知道了向以琛车祸后眼睛看不见了，所以才回来看看他的吗？他对向以琛的感情，想当然是不用怀疑的，也很深。当初他会放手，也让人觉得挺惊讶的。裴念还记得，他准备和向以琛离婚的时候，还专门过来找过他一次，也和他说了许久的话。莫小姐，裴念。 莫淑听顿了顿，微笑，或者我应该叫你向太太。裴念还是不适应这个称呼，还是叫我的名字吧。你是回来看他的吗？怎么不进去？<laughs> 我们可以到那边聊聊吗？莫淑听笑了笑，并没有回答。好。裴念想。 莫舒听应该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而且看起来他有急事，所以便跟着他去了角落。阿琛的事情我知道了。莫舒听靠在墙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他。医生怎么说？莫舒听又将眸光转向他这边。医生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情况，只说。 他脑子后面有血块压迫了神经，所以才会导致失明的。只要那血块消失了，他就会看见的。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要是那血块消失不了的话，他就永远都这样了。莫叔听得脸色苍白起来。裴念没有说话，因为这就是事实，他却不知道怎么说。 莫淑听苦笑了几下，他还是为了你变成这样了。我还以为你就是他的幸福，本想成全他，不想两个人都过我那么痛苦。但是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一年来，你去了哪里？法国。莫淑听淡淡道：“我是前几天才知道他车祸的事情的。” 好不容易才回来，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继续再往下说，但是裴念却觉得不对劲。好不容易，他堂堂的墨家大小姐，有谁敢阻拦他的行踪？他想去法国，还是回到北城，这不都是按照他自己意愿的事情吗？莫叔听也没有等裴念问出来，便出声道：“刚刚我是想进去看看他的。” 但是看到他在里面发很大的火，估计要是知道我出现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加的激动。你知道的，他并不喜欢见到我。不会的。会。莫叔听的声音很笃定。在他的心里，我连你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裴念，我想进去看看他。裴念算是明白了。 你想让我帮你？嗯。莫舒听点头。有你在旁边的话，他应该不会察觉到的。好。裴念想了一会儿，道：“他拿着东西开了门走进去，地上已经杂乱不堪，可想而知，这里刚刚又经历过一场怎么样的风暴？怪不得将那些护士和看护都给吓跑了。” 向以琛听到开门的声音，以为又是那些护士，所以随手抓过桌子旁边的一个杯盖子，朝门口这边扔过来。他虽然看不见，但是力道还是挺大的，而且误打误撞的，竟然也将杯盖扔中了人。莫舒听的额头上被他扔中了，只听得他痛得闷哼一声。裴念马上转过头去，看到莫舒听用手紧紧地捂着额头。 你怎么样？他拉开他的手，发现白皙的额头上竟然已经高高的肿起来了。莫淑听拉着他的手，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并且摇了摇头，是在让他不要出声，省得让向以琛发现他。裴念无奈的暗暗叹了叹气，点了点头。裴念听到裴念的声音。 向以琛立刻出声道：“你在哪儿？为什么这么晚过来？你身边的人是谁？”“没有，只是一个护士。”裴念知道莫舒听并不想让向以琛知道他的到来，但现在又被他发现了这房间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所以只能这么说了。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四十一集，你刚刚扔到人了。向以琛冷哼了声，并没有在意。过来。他出声命令道。裴念很不喜欢他这样的命令，但是这么多天来，他已经麻木。 他本来想走过去的，但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事，所以又转身看了一眼莫书听，然后他将手中提着的保温盒放到莫书听的手上了，并且推了他一下，让他过去。起初莫书听也是不肯的，但是好像都敌不过自己想要离向以琛更近一些的想法，所以最后他还是拿着保温盒走了过去。 而裴念就站在原地，并没有跟着他过去，但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所以也没有离开。毕竟现在的向以琛性格和从前大不相同，动起怒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可不想他伤到莫舒婷，这样对他情深意重的一个女人。莫舒婷走过去，将保温盒放在桌子上，打开。 从里面倒出来粥，递给他，然后回头看了裴念一眼。裴念开口道：“小心烫。”往常裴念是放着凉着，等温度适合了，再让他自己吃的。但是这一次，莫舒听就端着碗站在他面前，用汤匙舀了递到他的嘴边。裴念想将空间留给他们两个，所以便慢慢的离开了病房。 并且带上了门，他就在走廊外面，也没有走远。本来里面一直都挺安静的，但是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他的心咯噔了一下，知道不妙，所以马上过去将病房的门给打开了。碗已经被向以琛摔在了地上，他正指着莫舒听质问道：“你不是裴念，你到底是谁？” 粥大部分都溅到了莫舒听的裙子上，还有手背上，都红了一片。裴念看着都觉得疼，他连忙走过去，在洗手间拿了沾水的毛巾出来，帮莫舒听将裙子弄干净，又用毛巾裹在她的手背上。还好吗？裴念，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到底带了谁过来？我说了，是个护士。刚刚我有事出去了。 让他喂你吃东西，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没有残废。向以琛的声音咬牙切齿。向以琛现在眼睛看不见了，所以最敏感的就是这个，最害怕的就是别人将他当成是残废一般的对待。你能不能冷静些？裴念看见莫淑听手背上红彤彤的一片，就觉得有些触目惊心。很显然。 向以琛是故意这么做的，怪不得医院的那些医生护士现在都怕了他，都不敢再往他这个病房来了。如果不是必要情况的话，他们是恨不得一直不出现在这里来的。马上让他滚！向以琛指着门外，声音依旧暴怒。裴念忍着怒火，并没有去理会他。 只忙着帮莫舒听清理着手背上的伤口，莫舒听按着手腕，对裴念摇头，但是并没有出声。裴念知道他在强忍着，这样的伤口怎么可能不疼？甚至手背上那皮肤还起了水泡的，即使是裴念用湿毛巾帮他按住，但是都没有多大的作用。他便道：“走吧，去找一下医生。” 裴念，你要去哪里？回来。大概是向以琛知道他要离开，所以便出声叫住他。他现在是要裴念时时刻刻都待在他的身边的，就是害怕他会离开。我先带他去找医生，你先在这里等一下。裴念并没有理会他，他拉着莫舒听离开了病房。向以琛的声音还在后面传来：“我不去了。” 我没事的，你现在离开，他估计会追出来。他现在看不见，到时候出事了怎么办？饶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莫舒听还是为向以琛着想。裴念看了眼身后关着门的病房，确实，向以琛也真的有可能会追出来的。他刚想说话，就看到方雅琴走了过来，而他看到莫舒听，一脸的吃惊。舒婷。 你怎么会在这里？呃、啊，阿姨，莫淑听轻声道。方雅琴注意到了莫淑听手背上的伤口，愣了一下。怎么了？这手背上是怎么了？方阿姨，你现在在病房里照顾一下阿琛，我带他去找一下医生，处理一下伤口。那伤口明显就是被烫伤的。方雅琴细想一下。 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估计是和向以琛脱不了关系的。莫舒听走了几步，想到了什么事，所以便停下了脚步，又转过身。啊、对了，方阿姨，不要告诉阿琛我回来了。方雅琴愣了一下，便点头。其实她明白他的用意，他是担心向以琛还是像是从前那样的厌恶他。 排斥他。其实那时候，向以琛也不是说厌恶他吧，只是却真的是因为心里有人，所以无论如何都装不下他而已。裴念带着莫舒听去医生那里处理了一下手背上的烫伤，两人往回走。起初的时候，谁都没有开口，后来，莫舒听开口了：“我会留在国内一段时间。” 我希望能每天过来看看阿琛，裴念，你可以帮帮我吗？他对向以琛的情谊，或许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当初会同意离婚，并不是因为他死心了，只是因为太爱了，所以才选择放手。裴念看着他，他此刻的脸上充满了乞求的神色。堂堂的墨家大小姐。 何时试过这样的去求一个人，这样的低声下气的，何况还面对着自己曾经的情敌？但是为了向以琛，他都愿意放下这些了。裴念点了点头，可以，谢谢。莫舒听跟着回去了病房，但是并没有再进去，因为向以琛现在还处于盛怒当中，肯定也不愿意他再出现。 他只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所以就回去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接下来的好几天，莫书听都会过来。向以琛早就察觉到他。 但也真的以为他就是个医院的小护士，只是觉得这个小护士还真的不怕死，别的护士都恨不得离这个病房远远的，可是他却愣是要往这个病房里凑。而向以琛还是和从前一样，除了裴念和方雅琴，谁他都没有好脸色，也不允许谁靠近他。但只有莫舒听是怎么说也说不走的。 向以琛身上的伤渐渐的好了，只是眼睛的情况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他依旧看不见，因为不习惯，也不能适应黑暗，所以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也越来越古怪。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就出院了。但莫淑听因为还留在北城，所以也还是会每天过去向家照顾他。向以琛对他。 除了冷嘲就是热讽，没有任何的好脸色。但他还是坚持过来。裴念和方雅琴都对向以琛说，他是他们请回来的护士。可是护士哪有这样的？任他怎么说话，怎么折腾他，他就是不吭声。来了这么长的时间，真的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说一句话。而且无论他怎么样发脾气，无论他怎么样动怒。 他的脾气就是好的不真实。向以琛虽然瞎了，但也不是傻了，何况他还和莫舒听共同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他虽然未曾深入去了解过他，但是这么长时间了，他身上有些东西，久而久之，他还是能认得出来。又一天中午，当莫舒听将煮好的东西端上去给向以琛的时候。 他以饭菜太难吃为借口，将那些打翻在地上。令莫舒听辛辛苦苦煮好的东西，他的心血都毁于一旦。裴念听到声音赶过来的时候，看到莫舒听正蹲在地上收拾东西，他的脾气被向以琛磨得已经完全都没有了。裴念却觉得不能忍了：“向以琛，你不要太过分了。”过分。 向以琛冷笑：“哼，到底是谁比较过分？”他忽然将本来蹲在地上收拾东西的莫书听拉了起来，紧紧的拽着他的手腕。裴年，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对我说，他就是个请回来照顾我的护士是吧？怎么不直接告诉我他就是莫书听？你们真以为我瞎了就什么也都不知道了是不是？ 裴念愣了一下，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这是莫书听，但却一直都没有说出来。啊、阿琛，莫书听有些不知所措。你别动怒，我只是想回来看看你。<laughs> 你是回来看我笑话的吧？向一琛冷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是笑话。阿琛，我没有。 莫淑听连忙摇头，我真的是回来看你的，但是我又怕你不想见到我，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方式的。你真的别生气。你们都给我滚！向以琛显然不想听他再说下去，猛地松开了他的手，指着房间门口冷声道：“莫淑听点了点头，你自己保重。” 裴念跟着离开，看到莫书听正在玄关换鞋，他走了过去。你没事吧？我马上就要离开北城了，回来本来就是想要看看他，现在。他顿了顿，我也要走了。怎么忽然这么着急？裴念愣了下，<laughs> 不着急的，我已经留下来很久了。阿春他以后。 就麻烦你们照顾了，莫小姐。裴念此刻面对着她，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他知道他其实很难受，可是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我先走了。莫叔听说完，转身就离开。裴念一直站在门口看着他开车离开，才关了门回去的。他刚走进向以琛的房间。 猝不及防的就被他拉扯了一下身体，然后他整个人都被他压倒在了羊毛地毯上。他虽然看不见，但是眼神却挺害人的。裴念用手肘去顶着他的身体，松开。向以琛用手将他的双手按压着，拉到了头顶。为什么要把莫淑清找来？他是听说了你的事情，所以特地从国外回来看你的。 不是我找来的，骗谁？向以琛显然不相信，右手捏着他的下巴。裴念，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动什么歪心思，你不过是想让莫淑婷回来，所以才好摆脱我而已。裴念的声音也冷冷的，那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别用在我的身上。我说过，在你的眼睛还没好之前。 会留下来，就一定会留下来，是吗？用什么身份留下来？妻子的身份。见他不说话，他开始用手去解他衣服的扣子。裴念察觉到他的动作，十分反感的用手去按住他的手。向以琛，放手。你不会要留在我的身边？既然是妻子的话，不是要履行一下作为妻子的义务？ 他虽然看不见，但是身上的伤渐渐的好了，所以力气还是很大。裴念被他这样压着，脑子里就出现了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厌恶极了，所以不管不顾的大力挣扎。他的手一直在往后去，不断的摸索着，终于被他摸到了一张床角，所以用力的将向以琛踹开了。 一脱离了向以琛的束缚，裴念就站得远远的，站到他再也触碰不到自己的位置，心有余悸地瞪着他。向以琛，你如今也只能做出这样的事了。即使他不愿意，即使他反感，但是他也不会去理会他的感受。裴念对这样的向以琛，只剩下失望。对，这不都还是拜你所赐？ 向以琛也从地上站了起来，冷笑道：“哼，我知道你时刻想要离开，所以便想尽办法能光明正大的离开，竟然连莫书听都找出来了。”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四十二集，裴念实在是觉得自己无法和这样的向以琛有任何的交流，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一般，就像个疯子一般。这样没有理智的人，裴念不知道要怎么和他沟通，而且现在他也并不想见到这个男人，所以他转身就离开了房间。向以琛虽然看不见。 但是却能听到他离去的脚步声，所以他便大声的叫着：“裴念，裴念。”这一回，裴念没有转身，一直往下走，然后开车离开了。裴念一直开着车在路上，也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但是感觉就是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不知不觉，外面的天都开始黑了起来。 他也终于将车停了下来，靠在路边，他用手按着额头，望向车窗外，才发现他没有目的的开着车，竟然已经到了这城市的另一边了。再走下去，他就可以离开这座城市，而到了另一座城市了。这是他一直一直都想要做的事情，抛下一切就离开，但这也就是他想想的而已。 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佳佳放下，还有奶奶，也还在医院里，不知道何时才能醒过来。他靠在车椅子上，看着车窗外，渐渐的觉得眼皮很重，便失去了意识，沉沉的睡去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久，最后还是被一阵手机铃声的声音吵醒的。他坐了起来。 伸手将手巾拿过来，看了一下，是陆少廷的电话号码。电话刚刚接通，陆少廷的声音便从那边传了过来：“裴念，你在哪儿？”“在外面。”“怎么了？”裴念只觉得他的声音有些焦急，不像是平时的那么沉稳，而此刻他的眉心竟然也在大力的跳动着，他觉得很不安。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一般。佳佳刚刚忽然昏倒了，现在在医院，你过来一趟。裴念一听到这个消息，耳边只觉得嗡的一声作响，他的脑子立刻就一片空白了。而陆少婷长时间没有得到他的回应，便又出声道：“裴念，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听，听到了。”裴念按住跳动的慌乱的心。 佳佳，悄悄他怎么了？他转动了车钥匙，重新发动了车，边开出去边问：“现在还在医院检查，你先过来一趟吧，过来我们再说。”陆少廷刚刚的声音明显就欲言又止，裴念感觉他还有话没有说出来，而这话就是关于佳佳的。他挂了电话，便什么都顾不得了，开了车往医院去。 其实，在他出来的这段时间，他的手机也一直都响个不停，全是向以琛给他的电话。他不想接他的电话，连他的声音都暂时不想听到，所以便将他的号码加入了黑名单。现在也没顾得上去回他电话，满脑子就只剩下佳佳了。他用了最快的速度到了医院，陆少廷正在病房里陪着佳佳，而佳佳躺在病床上。 还没醒来，裴念走了进来，用手摸了摸还在昏迷当中的佳佳，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陆少廷看向裴念，沉默了许久，然后用手碰了碰他的手臂，指了指沙发那边：“你跟我过来。”裴念跟着他走了过去，心里很着急。 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他会无缘无故的昏迷？现在医院检验科已经下班，所以还要等明天给佳佳抽了血去做检查。但是刚刚医生已经来过了，他叫我们做好准备。裴念只觉得脑子眩晕了一下，什么准备？白血病。裴念的眼睛因为惊讶。 而瞪得很大，他喃喃自语道、啊：“怎么会？不会的，不会的。佳佳怎么会患上这样的病？他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他现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奶奶，一个是佳佳。奶奶还在昏迷不醒，如果佳佳也出了什么事的话……” 他应该怎么办？他用手捂着脸，眼睛酸涩肿胀的厉害，但是却没有眼泪。陆少廷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这还只是医生的初步推断，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出来，所以你先别担心。”陆少廷这话只是在安慰裴念，也是在安慰着自己。裴念用手抹了抹脸，没有出声。 他又从沙发上站起来，往佳佳那边走去了。这一天晚上，他们都留在了医院陪着佳佳。早上，佳佳才终于醒来的，精神却一直都并不是很好。陆续的，就有医生和护士过来了，还帮佳佳抽血。佳佳最害怕的就是尖尖的针头，所以将身子埋入裴念的背后，看都不敢看那针头。 裴念能感觉到他的害怕，因为他小小的身体一直在颤抖。好不容易抽完了血，还要带着佳佳去做各项的检查，就是为了确认病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佳佳本来就精神并不好，还要应付这么多的检查，所以精神更差了。他被裴念牵着手往检验室走去的时候，还抬起头望着他与陆少廷。 爸爸妈妈，我生什么病了？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检查？为什么护士姐姐还要给我抽血？裴念忍着眼睛的色意，没什么的，就是身体检查，佳佳不要多想。检查结果没有多久也出来了，李嫂在陪着佳佳，而裴念和陆少廷则被叫到了医生的办公室。 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医生手上拿着的那检查结果，那是佳佳的。裴念觉得自己紧张的整颗心几乎都要蹦跳出来。他在过来的路上就在心里不断的祈祷，希望佳佳能什么事都没有，希望昨天晚上医生的诊断是错的。走到他身边的陆少廷似乎也能感受到他的紧张和害怕，所以用手握了握他的手。 先别担心。他脑子昏沉沉的，点了点头，也没有去将他的手拿开。医生看到他们俩进来，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前面的位置：“陆先生，裴小姐，坐。”裴念不安的坐下来，马上就出声询问佳佳的情况：“医生，我女儿她是什么情况？她没什么事吧？”裴小姐，你先不要激动。 医生用手扶了扶眼镜，将刚刚看到的检查结果放在了桌上，递到了陆少廷和裴念的面前。裴念着急的立刻拿过来看，前面的一大堆医学数据，无疑他是看不懂的，所以他直接翻到了最后的结果栏看。当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的时候，他顿时觉得有一股寒意从背脊骨往上升。 而手中的检查结果也滑落在桌子上，陆少廷也将结果拿过去看了看，他的脸色同样难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怎么会这样？ 裴念的声音几乎是带着哭腔的。“裴小姐，你先冷静一下。”医生的声音传来，他也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一般听到这些不好的消息，病人家属都会有这种反应，这并不奇怪。但是他们也必须要冷静下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可裴念此刻的脑子疼痛的很，一点也不会思考了似的。 陆少廷将他放在双腿上的手紧紧地握住，而后看向医生：“这种病，有什么办法可以医治好吗？”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病也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所以陆先生和裴小姐先不要过于悲观。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好的心情，在孩子面前不要表现得太悲伤，否则情绪会感染给他的。懂了吗？ 我们知道。医生点头。接下来我们会对佳佳采取一系列的治疗方案。佳佳现在需要住在这里了，一会儿你们就去帮她办住院手续吧。你们都是孩子的父母，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要和你们说。其实白血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脐带血，但医生也知道面前的两人已经离婚了，再生一个孩子。 谈何容易？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往佳佳病房走去的一路上，裴念的脑子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他的眼神甚至都是空洞的，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他在想：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的对他？先是将他敬爱的奶奶弄成那样了，现在佳佳又得了这样的病。快到了病房的时候。 陆少廷将他拉住，看着他憔悴的脸。回去的时候，别让佳佳看到你这样子。你忘记医生所说的话了？他会受你的情绪来影响的。我知道。裴念立刻用手擦了一下眼睛，弯了一下嘴角。他知道自己不能在佳佳面前表现出什么。陆少廷点了点头：“你先进去陪陪她。 我去给他办住院手续。裴念点头，伸手将门打开，看到李嫂正在为佳佳喝粥，他便走了过去，从李嫂的手里接过那个碗，坐在了椅子上。我来吧。佳佳抬起小脸看着他：“妈妈，你回来了，爸爸呢？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医生叔叔怎么说？”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从小到大，佳佳最不喜欢的就是医生。她觉得自己就是晕倒了一下，昨天晚上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了，不至于还住下去的。裴念用手揉了一下女儿的小脸：“佳佳乖，咱们还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李嫂一听她这话，瞬间就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了，她难掩悲伤。 裴小姐，佳佳得的是急性白血病，病情恶化的很快，根本就没有给裴念和陆少廷多少的时间来缓冲，而他们也尝试了很多种办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面对着佳佳越来越苍白的脸色，裴念心痛的无以复加。佳佳再一次晕厥被抢救醒来过后，医生找裴念和陆少廷。 到了办公室，脸色凝重。现在佳佳的病情已经进一步恶化，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做好决定。什么决定？裴念和陆少廷的心里有数。裴念的脑袋一直都昏昏沉沉的，从医生那里回来时候，他一直在低着头想自己的事情，连路都没有看。迎面走来的护士推着车，差点就撞着他了。 幸好旁边的陆少廷将他拉了一把，他此刻被陆少廷抱在怀里，他挣扎着：“松开我！”陆少廷低声道：“裴念，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吗？最近他一直都是这样精神恍惚的样子，好像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他满脑子都是佳佳的事情，哪里还顾虑得了自己？ 裴念低头看他，眸子都是空洞的。你让我怎么不给自己压力？夏家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我怎么办？他最近一直都是这样紧绷着，就像是一根上紧了的弦一样，太痛苦了。陆少廷并不想看到他这样，他简直是在以自虐的方式活着。他此刻也顾不得他挣扎了。 拉着他的手，将他拉到了医院的花园外面。陆少廷，你干什么？我要回去找佳佳，你松开我的手，松开！但是无论他怎么挣扎，陆少廷就是没有松开他的手，一直将他拉到没有什么人经过的树下。陆少廷，我要回去照顾佳佳，你放开手。佳佳现在有李嫂在照顾。陆少廷冷声道。 裴念，今天我们好好的谈谈。我不想和你谈，你放开我。裴念挣脱不开，他也觉得自己神经那根弦一直都在紧紧的绷着，所以急需要寻找宣泄口一般，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在挣扎和拉扯当中，也不知道怎么就扇了陆少廷一巴掌。听众朋友们。 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四十三集，只听到清脆的巴掌声传来，他愣愣的看着自己的手掌，而这一巴掌，他用的力道也很大，所以陆少廷的脸上瞬间就出现了清晰的巴掌印，周围的一切。 好像都静止了一般，安静的连树上掉下来的叶子都能清楚的听得到声响。陆少霆看着他，眸光依旧平静沉稳。如果你觉得这一巴掌还不够的话，还需不需要继续？你想怎么样发泄都可以，但是你能不能也珍惜一下自己的身体？现在佳佳还在医院里，你不吃不喝的她就能好？啊？ 你这样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他就能好？你是不是想他还没好，你自己就先躺进了医院里了？我先将自己照顾好，你怎么去照顾好他？陆少廷的声音冷凝，像是石头一般，一字一句都砸在裴念的心上。他觉得眼睛酸涩肿胀的厉害，最终是控制不住的落下眼泪。他用手捂着脸。 陆少廷，那我能怎么办？我看着他这么辛苦，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得了他，怎么才能让他好起来？他才这么小，为什么要让他经历这些？为什么要让他得这样的病，受这么多病痛的折磨？也许是长时间的神经紧绷，所以现在裴念哭起来的时候。 几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好像要将自己压抑许久的心情，统统都给宣泄出来一般。陆少廷没有阻止他，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这样，好好的发泄一下，对他来说还是好的。他也不用一直都让自己紧紧的绷着，不用一直都虐待着自己，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着。他担心佳佳还没有好起来。 他倒是先倒下了，因为佳佳这病不是短期就能治好的，他们要做的是长久的战争，和病魔抗战。他要是一直这样，没有好的身体，他是撑不到最后的。所以陆少廷绝对不会允许他这样的。裴念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哭了多久，只是他这样痛快淋漓的哭出来了，似乎好了一些了。 陆少廷在他渐渐的止住了哭声之后，递给了他一条手帕，他用来擦拭了一下眼泪，然后坐在了大树底下的长椅子处，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地方。他一直都在沉思着，也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陆少廷也并没有去打搅他，而是也安静的坐在了一边，等待着他。他终于抬起头了。 缓慢的转向陆少廷这一边，只听见他声音沙哑，眼神空洞。陆少廷，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要让佳佳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这么多的方法他们都试过了，但是都没有任何的用处。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再生一个孩子，用脐带血救他。 他也不知道，这个生来为了救佳佳的孩子，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他真的考虑不了那么多。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要让佳佳活下去。为了能让她活下去，无论什么样的办法，他都会尝试的。无论什么样的办法，他都会去做的。陆少廷看着远处，没有说话。 裴念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往佳佳的病房走去了。他到的时候，看到佳佳已经在病床上睡着，地上有一个碗，还有些粥。李嫂正拿着扫把在扫，看起来佳佳刚刚应该吐了，吃不下东西。他走过去，李嫂回过头看他，裴小姐，刚刚佳佳小姐她。 我知道了，李嫂也叹气。裴小姐，现在可怎么办？佳佳小姐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我不会让她出事的，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她活下去的。裴念的声音异常的坚定。李嫂愣了一下，眉心依旧有担忧之色。佳佳在呕吐了之后，又吃了一点东西。 总算是安心的睡着了。裴念知道他短时间不会醒来，他便拿起自己的包，站了起来。而陆少廷在这个时候回来了，他看着他：“你去哪儿？”“我出去一趟。”裴念往门口走去，但这一刻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东西一般，又转了身：“你开车送我过去吧。”陆少廷去找来车钥匙。 随即吩咐李嫂好好的照顾佳佳，便和裴念一起出门去了。上了车，裴念将安全带系上：“你送我回向以琛的住处吧。”陆少廷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但是他依旧看着前方，脸上没有表情。陆少廷也没有说话，就将车开出去了，一直往向以琛现在所住的别墅那边开去。 到了门口，裴念解开安全带下车。我先进去拿点东西，你别进去了，在这里等我。陆少廷点了点头，拿出一包烟，点上一根，含在嘴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只觉得他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消瘦的厉害。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 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裴念用钥匙开了门，就看到站在窗边的向以琛，他被吓了一跳。他此刻转过身，用空洞没有任何的色彩的眸子对着他：“舍得回来了？为了躲避我，电话也不开机了是吗？” 我有点事，裴念并不想对他解释的太多。反正现在他在向以琛的面前，无论说什么，他几乎都是不相信的，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有什么事儿能让你躲了我几个星期？裴念，你知不知道，我差点就让人将整个北城都找过了，结果却得知你和陆少廷在一起。 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我的眼睛好之前会留在我的身边的，你现在却和陆少廷在一起，你和他在一起。佳佳出事了，他生病了。看不见的向以琛，听觉就特别的敏感，他就是靠声音已经准确的来到了裴念现在所站的地方，擒住了他的手腕。裴念，你还在骗我？ 生什么病能让你消失几个星期？你说啊！白血病。裴念将他的手挣脱开。对不起，我无法履行我之前对你的承诺了。本来向以琛因为听到佳佳生了这样的病之后，正愣住了，而下一刻却又从他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裴念，你果然就是个骗子！”向以琛怒不可遏，指着他。 你分明就是想和陆少霆在一起，说的倒好听，要去照顾佳佳。你果然没想过要遵守自己的诺言。裴念抹了抹眼睛，随你怎么说。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你保重。不用你假惺惺的。向以琛大声道。可是他听到裴念已经往楼上去的脚步声，他去收拾东西了，他要离开这里了。 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开始往楼上走去，但是因为看不见，脚步又快，所以跌跌撞撞的。方雅琴刚好从外面回来，也看到了在外面等候的陆少廷，他便知道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裴念还是要离开了。他进来的时候看到向以琛要往楼上去，他便赶紧扶着他。 儿臣，你这是做什么？裴念要走了。儿臣，你别这样。说话间，裴念已经拎着东西走了下来。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一些衣服而已。他随便的收拾了一下，只带了重要的东西，证件、存折之类的。念念，方阿姨，佳佳生病了，所以。 裴念看了看方雅琴，对不起，他必须要回到佳佳的身边，而回到他的身边，他就不能再留在向以琛这里。方雅琴怔了怔，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裴念和向以琛终究是走不到一块儿去的。裴念没有再说话，拿着东西离开，而向以琛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他冷声道：“裴念，你敢走一步试试？”回应他的是沉默，还有大门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方雅琴悲伤的看着自己的儿子，二琛，你放下裴念吧，也放过你自己。外面，看裴念进去了这么久，陆少廷还担心出了什么事。他从车上下来。 刚想走进去看看怎么回事，但是裴念就开了门，拿着行李出来了。他接过，放在车后座，并打开了副驾驶座的门。进来吧。裴念一言不发的坐进去，扣上了安全带。走吧。陆少廷开着车带着他回去了海角湾的别墅区。放好了东西，他们又去了医院。佳佳已经醒过来。 他抓着裴念的手，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我不想再待在医院了。裴念忍着眼睛的酸涩，用手揉了揉佳佳的头，佳佳乖，等好点我们就出院好吗？很快你就会好起来的，你相信妈妈。妈妈，我已经没事了，我真的很好了。佳佳便立刻道。 可他越是这样，裴念越觉得难受，他几乎要当着佳佳的面前哭出来了。而陆少廷则以有事要和他谈，将他拉了出来。看着他红得触目惊心的眼眶，他将纸巾递上去给他。裴念随意的擦了擦，看向远处的陆少廷，佳佳一定会好起来的吧？会的。 陆少廷的声音无比的坚定，裴念扯了扯嘴角，声音沙哑：“我也觉得，他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的。”“嗯，会的。”我想将佳佳从医院接出来，几乎每一天，佳佳都要询问他一遍，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出院。裴念知道他不喜欢这里，很不喜欢。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他也不想看到他这么不开心的待在这里，所以他觉得，如果佳佳的病情能暂时的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就将他接回去了。不然，他到底要在这里住多久？奶奶都还在医院里，他不想身边的另一个至亲的人也一直待在医院这个冷冰冰的地方。好，等他好一些。 我们就将他接出院。佳佳生病这些天的晚上，裴念每天晚上都在医院里过夜，陪着他的。今天他是第一次晚上要回去。陆少廷也是。李嫂让他们安心，他会照顾佳佳的。而且他们还请了医院里的看护，所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离开的时候，裴念频频的看向房间内。 直到陆少廷拉着他离开，好不容易回到了海角湾的别墅，进了房间，两人相顾无言。裴念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为了佳佳，他们都别无选择。他将手机放下来，看了一眼陆少廷：“我先去洗个澡。”陆少廷点了点头。裴念进去了浴室，他开着水。 冲刷自己的身体，闭着眼睛，也不想让自己想的太多。出来的时候，陆少廷也已经洗完了澡，估计是在外面房间的浴室洗的。他穿着白色的浴袍，手上握着两个酒杯，正在往里面倒酒。见他走过来，他递给他一杯红酒，要喝点吗？裴念接过酒杯。 将杯子里的半杯酒一股脑的倒进自己的嘴里，他喝的这么着急，陆少廷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喝的这么急，不怕喝醉啊？裴念将酒杯放在桌上，醉了更好。陆少廷没有说话，他也低头喝了一些酒，放下酒杯之后，朝裴念走过去，揽着他的腰，将他的浴袍。 接下来，扔在地毯上，然后低头去亲吻他的红唇，然后双双倒在床榻上。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百四十四集，自从那一夜之后。 裴念和陆少廷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佳佳的病情好转了些之后，医生批准出院了。他坐不住，出院的第一天，他就说要到街上去逛逛。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他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裴念止不住他的哀求，带着他出门。在步行街的时候，他却晕倒了在路上，被路人送到了医院。 才被诊断出来怀孕了。裴念醒来的时候，陆少廷就在他的身边，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他坐起来的时候，用手按着额头：“我怎么了？医生怎么说？”陆少廷给他倒了一杯水，还没说话，旁边的佳佳就止不住的兴奋，抢先一步了：“妈妈，医生叔叔说你有小宝宝了。” 是真的吗？裴念立刻看向自己的小腹，那一刻内心的喜悦自然不用多说，他仿佛看到了希望的光芒。真的，陆少婷的脸上也浮现了浅浅的笑容。这个时候，外面正好有阳光照耀进来，裴念从床上站起来，来到窗边，用手放在阳光底下。 那光线就透过手指缝，照耀在脸上。离婚协议书已经在这里了，阿琛，你签了吧。方雅琴将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放在他的面前，往前推了一下。向以琛依旧是没有表情的脸，不说话，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方雅琴无奈的道：“阿琛。” 你到底还在想什么？裴念已经怀孕了，你还不明白吗？你们根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可能了。向 <laughs> 以琛忽然笑了，也不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她怀孕了，她竟然怀孕了。离婚吧，如果你真的爱过她的话，这样对谁都好。 方雅琴又道：“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下去了。我想让你放过自己。你这样到底要我怎么办？你的眼睛会好起来的。你马上要到国外去医治眼睛了。在走之前，就和这里的一切都做个了结吧。阿”阿琛，方雅琴又看了他许久，见他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失望地叹气了一声。 站起来，刚想离开，却又听到了身后传来了动静。他回过头去看，向以琛已经拿了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鹊有声出品、启声幻影制作的现代多人有声小说剧《天价弃妻》，前夫请自重。 裴念收拾了东西，等待陆少廷过来接他出院，却看到了方雅琴阿姨：“你怎么来这里了？听说你晕倒在路边了。”“我没事了。”“我也知道你怀孕的事情了，恭喜你。”方雅琴笑道：“谢谢。”裴念沉默了一下：“他怎么样？” 他爷爷已经在国外找好了医院，他马上要动身出国了，去那边要动一个手术，手术成功的几率有百分之七十，只要成功了，他便能够重见光明。那就好。裴念觉得眼眶有些酸涩，希望他能好起来。一定会的，佳佳也会好起来。方雅琴想起来了什么东西。 从包里拿出来文件递给他，这是离婚协议书，儿臣已经签好了，给你吧。嗯，裴念没想到方雅琴连这都帮他想到了，阿姨，谢谢你。别说这些了，你们这几个之间经历了那么多，现在也是应该有个了结的时候了。希望以后大家都能够各自安好吧。 我先走了，我还要回去帮忙收拾东西。阿琛下午三点的飞机，我也要跟着过去的，不放心。裴念将他送到了门口，一路顺风。方雅琴离开的时候，陆少廷刚好也办完了出院手续离开了。他并没有问方雅琴过来做什么的，只是沉默地帮他拿了行李。走吧。在回去的路上，裴念主动开口。 我离婚了，陆少廷笑了笑，没有说话，但是这一刻，笑意是直达眼底的，从心内发出来的开心。佳佳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的，中间还动过一次手术，但那时候裴念的肚子就只有五个月大，幸好他最终还是抢救过来了。裴念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所幸佳佳在那次的大手术之后，情况还算是稳定，只是她却还是每天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幸好见到裴念肚子里的，她还是很高兴。后来她越来越嗜睡，早上醒来的越来越晚，有时候整个下午都在睡觉。但是无论她睡多久，醒来的第一件事。 还是去裴念那里，说是去看他肚子里的小宝宝。裴念的小孩，算算时间，是春天生的。前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春天过后天气却渐渐的转暖了。这一天中午，陆少婷从外面回来，他的车内装满了小孩子用的各种东西。裴念的肚子之前就检查出来了，是个男孩子。 所以现在他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男孩子用的，但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佳佳买礼物。他开了门，让佣人把东西搬进来，然后换鞋，上了楼。远远就听到琴房有钢琴的声音传来，显然是两个人弹奏的。他慢慢的走了过去，琴房的门开着，裴念和佳佳坐在钢琴前。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内照耀进来，打在他们的身上，形成了一幅极美的画面。而裴念此刻身边坐着佳佳，她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陆少廷闻到了幸福的味道，这一刻，他好像回到了那一年，他十岁那一年，初次遇见裴念的那一刻。 听众朋友们，本集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